一些事，一些情，一些好音乐。听说你在去年为了健康已戒了烟，我在每个周末还是会小小喝一点，朋友不太容易约到，不再像从前，那些日子可说已完结。有些夜里我会开车到城里兜圈，我才领会到什么叫做往事如烟。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瓜葛纠结在某一天突然与人而解。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对于人生起点一知半解，我却已经懂得应变。想能够扛得住岁月，还不如好好的过越来越少的明天。生命给我们什么都不可能拒绝，这句话我当年不了解。时间它残忍起来毫无道理可言，我也不忍对你说热情总会了解。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瓜葛纠结在某一天突然迎刃而解。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轰轰烈烈让人怀念，已经跟我没有关联。大家好啊！新的星期啦，又到星期一晚，冇错啦。星期一晚咧，九点半咧就会有我哋一些事一些情嘅直播啦，冇错啦。你而家睇紧咧就系、是、我哋一些事一些情嘅呢个直播，咁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咁啊呢个 friend 咧就话开波，呢个 friend 恭喜发财，打卡先咁啊。OK， 咁啊呢个 friend 咧就问啦，可以量啊 M 码底裤系几多 cm 啊？吓，我睇下先啊，我哋呢个底呢、这个 L 码嘅，呢、这个 L 码嘅吓。你咁我听下有 M 啊，我现场有冇尺先？我现场梗系有尺啦，我冇冇我隔篱办公室都会有噶嘛，系咪先啊？咁样啊，咁咧就系呢个 L 码噶吓，呢个 L 码嘅两个都系L 码喎。OK OK， 一阵间咧就 L 码都度一度俾大家啦，好嘛 ？OK 咁啊，稍等稍等稍等啊，好咁啊，呢个 friend 咧就好明显咧就想买呢个底裤嘅，冇错啦。咁啊要了解尺寸噶系嘛？
係啦，冇錯啦。咁啊，底褲咧就可以上我哋官網。其實咧，我哋官網上邊咧嘅尺寸咧就更加之清晰嘅。咁啊，咁啊，想買呢個底褲嘅 friend 咧，同埋想買內士力斯嘅 friend 咧，其實都可以上我哋官網嘅。咁啊，當然啦，咁啊，我哋今晚咧抖音直播咧依然咧有呢个满减活动啦吓，满100蚊咧就减20蚊，满100蚊咧就减20蚊，满250蚊咧就减50蚊啊，满250蚊咧就减50蚊咁样啊。咁啊，今晚嘅产品咧介绍下啦。咁啊，其实咧大家咧点击屏幕下方嘅购物车咧，都系睇得好清晰明了嘅吓。马丽道夫 S.O. 白兰地688蚊一支吓，688蚊一支。马丽道夫雅文一年份白兰地，分别咧。有三个年份嘅，1982年、1984年同埋1990年嘅吓，1982年、1984年同埋1990年嘅，咁啊，诶。啊！今日有把遮喺度啊！我哋今日咧仲有呢个碳纤维小黑遮 V3 吓，我哋一些事一些成嘅碳纤维小黑遮 V3 咁啊，咁咧就唔知边个咧见落班咧落雨系嘛，落雨担咗佢系嘛，就拎咗佢啦咁啊！诶、好似系咪呢度？系咪呢度？等等等等啊！诶、唔系喎，呢、這个双节棍嚟喎！哇！喂，呢个双节棍系好多年前啊，即系送系啊，系啊，你嘅礼物嚟。我哋嘅 friend 送个礼物俾我哋啊，你记唔记得啊？但系我啲九折。邊唔知放喺邊喎？嗱，我啲勁好多啊！好折邊嗱，真係大家咧，真係講開有感情啊！呢個插一插喺度啊！係啊，嗱呢支雙節棍咧就好多年前，我諗都十幾年前啦。最少可能嗱，我哋節目咧做到今年咧就應該係20年啦。呢支雙節棍咧應該咧就係我諗最少咧15年前我哋個 friend 咧送俾我哋一個禮物啊，係嘛？係啊，所以我哋你有冇用呢支雙節棍坑咗自己幾多下？冇。冇练过不打自己，只打坏人。系咁啊！如果咧有听我哋节目嘅 friend 咧，应该咧对呢个双节棍咧都仲系好有记忆点噶、起码你有耳闻啦，系咪先？系冇错啦。咁啊，送咗双节棍俾我，送咗九折边俾你系嘛？系啊，我知九折边，我擦一擦先喺度，肯定喺度啊！真系啊，虽然都冇练过吓，系冇咗啦，冇咗啦。咁啊，所以咧嗱，而家我哋处于呢个系我哋公司嘅呢、這个直播室咧。就是我哋公司嘅呢個雜物房，咁我相信咧，大家咧都應該相信㗎啦，應該相信㗎啦，炒下都有驚喜啊！係啊，冇錯啦，因為好多好多嘅咁多年嚟啦，我哋啲 friend 送俾我哋嘅禮物啊，咁啊，全部咧都喺呢度都揾得到嘅，咁啊，好咁啊，呢個 friend 話。呢、這個 friend 話：我記得咁啊，阿志你九字邊練成點樣啊？有冇公園表演啊？喂，九字邊咧有個好經典嘅動作咧，就係、是、你瞓喺度噶嘛，跟住喺下面 fit 仰天瞓，係啦，彈下彈下，係啦，跟住個 pat pat 咧彈下彈下，跟住個九字邊喺掃地下掃地下掃地下咁啊 ，b b b 咁掃噶嘛，真係諗你都攞命啊！點咧咁啊？喂，講下把遮點咧？把遮本來咁啱咁啱，係啦，今晚咧就係呢個我。我哋嘅 V3 嘅小黑遮咧，今晚都做活动嘅吓，148蚊，148蚊啊，咁咧吓，哇，我哋呢把遮好架势噶，我哋吓、啊，即系用咗一堆咧，好劲嘅呢个材料做啦，咁啊，Surface Modern Face 啊 ，Positive 啊 ，Fibre 嘅。哇！知總之好勁啦，你說了什麼？可以遮擋咧，高達99%嘅呢個紫外線啊 ，UVA and UVB 嘅咁啊，都可以啊。咁咧，但系咧，關鍵咧就夠輕嚇，170克成把遮170克啊。咁啊，大概咧就等於一部咧普通嘅電話咁重啊。咁啊，咁啊收埋嘅長度咧23.5 cm 咁啊。阿志你可以度一度啊！23.5 cm 係啦，睇下你長定佢長咁啊！咁咧就所以咧呢把咧，我哋嘅小黑姐咧今晚咧做活動148蚊，而且咧我哋有呢個100-20%嘅滿減活動，即刻就減到20蚊咧，就剩翻128蚊嘅咁啊！當然啦，會有嚟自澳大利亞嘅歐麗桃紅起泡葡萄酒啦，咁啊兩支338，兩支338咁啊，兩支338哇抵到爛啦咁啊！當然啦。都會有呢、這個
澳洲嘅，唔係嚟自呢個澳洲嘅黑鯊魚啦，加埋呢個精靈鹿嚇、啊，澳洲嘅黑呢個贏家。啊 ，sorry， 攞咗攞咗黑鯊魚，黑鯊魚，黑鯊魚喺度啊！黑鯊魚加埋我哋嘅贏我哋嘅呢個黑鯊魚啦，加埋我哋精靈鹿嘅呢個組合啦，咁啊，咁啊呢個組合咧加埋咧就係兩支精靈鹿啊！我而家手頭上咧拎到一支啊，兩支精靈鹿小酒加上一支咧黑鯊魚嘅標準裝啊，咁咧就係$228咋，$228三支酒啊，大佬攞命啊，真係嚇啊，係啦，咁啊再加埋啲係啊，你嘅滿減券不得了啊，係啊係啊不得了噶，咁啊當然啦，仲有我哋咧一如既往都有啦，我哋一些事一些食嘅強佬牛肉丸嚇，咁啊四包$131，咁啊如果每$100減$20咧，就即刻就變咗$111嘅咁啊，強佬牛丸牛筋丸四包就係兩斤嘅，咁咧就係呢個順豐冷鏈發送$131，咁啊滿減活動啊$111，跟住強佬牛丸咧組合八包嘅$221，跟住咧滿減活動就減$20，就變咗$201，全部咧行順豐冷鏈，當然啦，都會有我哋嘅香水組合啦 ，Sock and Chalk 啦，咁啊，咁啊，所以呢樣嘢咧就係一打開我哋直播室咧，就會見到我哋一些事一些情咧，我哋呢個史上咧咁啊最好賣嘅呢個香水啦，就係 Sock 同埋 Chalk 嘅，啊，因為組合兩支咁啊，當然可以備註嘅，備註咧係揀咧全部都係男裝定全部女裝都得，係冇錯啦。咁啊，至於 Sock 係男裝定係Sock 係女裝咧，大家諗下先，唔好問呢個問題啊，用都得㗎自己啊，係咁啊。呢個 friend 話志通常喺酒店。水床彈下彈下，去公園咧，佢應該比較少去啦。哇！你咩都知啊！哇！佢話：哇 ，Hugo 哥原來同埋志哥都係呢個隱藏嘅武學大家。咁啊，梗係啦，係咪先啊？唔係，即係我哋係咪武學大家？係咪隱藏武學大家咧？呢樣嘢咧咁可以同大家咧就係即係呢個唔分享呢個秘密㗎。但你諗下。你諗下係咪先嚇？咁、我哋有 friend 係呢個可以送呢啲禮物俾我哋嘅係咪先嚇？至少咧我哋 friend 入邊咧都會有呢個隱世高人啊嘛係咪先嚇？好呢、這個 friend 話支九字邊係黃飛鴻傳林世榮，林世榮榮再傳咗支叔㗎，哇緊要啊緊要，勁喎，好勁啊嚇，不得了不得了，哇呢、這個 friend 話我今日收樓啊咁樣，哇恭喜曬恭喜曬啊收樓啊，開心啊真係啊、人生最開心嘅事。應該算是其中之一啦，咁啊，譬如我好少飲酒嘅我咧，成日睇節目都想買支酒同啲 friend 飲啊。上次買咗支西班牙白葡萄，朋友一致好評，係好適合女仔飲嘅。係啊，正啊，係啦，呢啲嘢唔使諗啊，係唔使諗，唔使諗，唔使諗啊，眯埋眼買。係啦，咁啊呢個 friend 咧問我哋牛肉丸係牛肉呢個曬太陽的魚啊，牛肉丸係幾多 percent 嘅牛肉啊？我諗咧牛肉丸裏邊咧，我哋應該咧有99%99%嘅呢個牛肉，咁有 friend 話，哇嗰1%係咩嚟㗎？咁啊，嗰1%咧就係水啊、鹽啊、蒜蘇啊等等啊，係啊呢啲咁嘅嘢咯，咁啊就係嗰啲嘢啦，冇錯啦。我哋牛丸咧係純牛肉丸嘅，咁啊呢個 friend 話，阿志叔細路仔嗰時咧有冇親眼見過黃飛鴻啊？飲個茶添啦，點可能見過黃飛鴻啦？係咪先？根本唔同年代爭。好咯，周元周元，系咬哭餅乾話牛丸食咗啊，好好食啊，咁啊，好食，繼續買就 OK 啦。係多謝支持，多謝支持啊。係呢個 friend 話有陳皮帽咁啊，哇！呢個賭莊巨星，賭莊販賣巨星，我哋廣東人先明噶。咁啊，有啊有啊有啊，我哋有 friend 係做陳皮噶，咁咧當時咧都話同我哋一齊咧做陳皮啊，不過後屘咧就唔知點解冇咗下文啦嚇。係啦，咁啊希望咧呢個 friend 繼續聯繫我哋啦，咁啊。係呢個花兒咧就牛肉丸無限次回購啊，太好食啦！好食就繼續係嘛啊！親愛雙低求開金口啊，老婆入產房順順利利二胎啦咁啊！哇！恭喜曬，一切順利嘅，放心。二胎應該就冇咁緊張啦嚇，咁啊包括你太太同埋你咧，相信都冇咁緊張啦咁啊！呢個 friend 話，呢個 friend 話我見過霍元甲，呢個 friend 話你同廣東十虎全部飲過茶添啦。阿练武功有咩用啊？你睇下，最紧要长命。你年年去都系饮早茶，有咩用啊？最紧要长命，人生在世系咪健康最重要？
咩咩啊？双低爽歪歪，系想爱爱啊，爽爱爱。啊、嗯！自从周一有咗你直播，我都再都唔惊周一要翻工啦。系，咁啊点？已经直接周一唔翻工啦，夜晚直播先开始，一觉瞓瞓到夜晚啦。开始你个星期一啦，系嘛？咁啊、嗯、，Ladies and gentlemen。而家等我为大家介绍牛肉丸中嘅顶流强佬牛肉丸，真材实料，啖啖肉弹到飞起啊！哎呀，哟，飞咗月球添？点解咁弹？因为淀粉比例少过1%，一啖咬落去，满满嘅肉香充满你成个口腔啊！无论点整都咁好食，一些事一些情，强佬牛肉丸。系咁啊，Eric 话双低啊，我谂我应该系全湛江啊，唯一黐我哋车贴噶，喺路上咧真系其另外一部车啊，即系我喺路上咧真系咧一部车都未见过，净系佢呢部车咧黐我哋车贴、啊，哇！你睇嚟我哋要湛江啲 friend 黐起身要吓，将个车贴。嗱，你就唔可以责怪湛江嘅 friend 唔黐起身，责怪佢啊，系咪先？系我哋咧喺湛江咧仲未有实力，系啊，我哋去我哋睇下幾時去湛江打開市場嚇，我一定打開佢啊！係冇錯啦，咁啊，係咁啊，呢個 friend 咧就呢個阿新月話星期六又係剪輯版，星期一同埋星期三係完全版咁啊，又唔可以咁講嘅咁啊，我哋星期一同埋星期三咧，我哋咧就喺呢個你而家睇緊嘅視頻平台上面做呢個直播啦，咁啊，跟住咧星期六日嘅咧係我哋咧星期一三呢個直播嘅呢個昇華版，嗯。升华你谂下几边啊？谂下你就知劲噶啦，呢个字啊，系冇错啦吓。系咁啊，阿当咧就话问啊，点解呢个小程序直播咧唔可以小窗口啊？强烈要求咧恢复小窗口。喂，呢样嘢唔系我哋定嘅，系呢个微信小程序直播佢定嘅，你知唔知啊？唔系我哋可以控制微信嘅，知唔知啊、嗯？我暂时咧同呢个马先生吓、啊，就呢个微信嘅整体收购咧吓，张小张先生啊，我主要同马生倾就得啦。阿张生嗰啲由得佢啦，佢又打高尔夫啫嘛吓。咁、嗯、啊对于呢、這个微信嘅全面收购咧，我哋两个之间仲未达成共识啊。如果達成共識之後咧，我相信呢個問題咧就好快得以解決㗎啦。第一個解決呢個問題啊，嗯、刪曬微信，其他嘅直播得我哋。啊，WC 就話自把自為買咗八包牛肉丸，哇！好彩老婆中意食，虛驚一場。佢話：哇，都好都使虛驚嘅。可能個老婆一路話：喂，得唔得？好唔好食啊？一路喝住佢咧，買咗八包翻嚟，係咪先？只要一下子買得多驚啊，係咪？好就老婆一入口啊，好食哇！真系啊，喂，买我哋啲嘢其实唔需要充满呢啲疑惑噶，系咪先吓？系啦，啊，稳阵，放心吓。系、這个 friend 咧，就我相信咧，呢个收购计划咧，你同意咗，但马生未同意。唔系，马生唔系未同意，而系我暂时未同佢提出。迟啲啊，迟啲啊，咁啊。唉，呢个 friend 话穷爸爸唔使去电台做直播，停车费都悭翻唔少。少啦，唉、哎、一片苦心啊，真系啊！喂，呢、這个 friend 叫阿猫都好笑，系佢话我听佢提车，不过考咗牌三年都未开过，唔敢开翻嚟啊！安全起见，叫咗个代驾，叫咗个代驾帮手提车，咪真系好安全喎、啊！喂，可以可以，喂呢度有个问题啦，点咧？其实代驾都唔代表100%稳阵噶嘛，佢谂稳到连自己啊，系咪先？喂，咁大佬系咪先？咁如果俾代驾炒到自己部新车？啊！呢樣嘢咪中尺係咪先？冇理由嘅，冇理由嘅。喂，唔係我意思唔係話就佢啊，聽日咧炒部新車，而係咧就話揾代駕咧，其實之間會唔會有呢啲條款嘅咧嚇？有啦嘛，如果係啲即係合法平台約嘅車、嗯，應該有條款嘅。係新車又點樣賠？舊車又點樣賠？定、係一視同仁咁賠咧？一視同仁㗎係嘛？哇！係，喂，真係睇真啲啊！因為呢個賠款度冇計埋呢個精神損失費啊嘛。新車精神損失大啲啊！揾代駕提車 OK 㗎啦。你犀利犀利啊！你真係犀利啊！咁啊，好啦，咁啊，祝咧啊交通安全。咁啊，成世都安全咁啊，嗯，
好咁啊！呢、這個 friend 話牛筋丸超級好食，呢、這個晶晶咧就話牛肉丸超級好食啊！其實兩樣嘢都試一試啦，咁啊，係都好食嘅嚇。係、這個 friend 話四一七七七話 Hugo 快啲量底褲先啦嚇、啊，如果唔得閒一直聽直播，你上我哋官網睇啦，好唔好啊？上面有尺寸，係啊，嗰度尺寸好尺寸，好明確㗎，我哋官網網站啊，嗱、啊，截屏截屏截屏啊，www.loveq.cn 啊，快啲去啊！咁啊，上面有尺寸嘅、嗯，然後你自己度一度，自己一對應就 OK 咯。係，冇錯啦，好、簡單嚇。係、啊，冇錯啦嚇。呢、這個 friend 話：喂，叫部拖車拖翻嚟咧，可能好啲喎、啊。啊，呢個 friend 話我同事考咗駕照，八年都冇買車，先、係買屋。嗯，哇，真係優秀啊！哇，真係啊，好緊要啊你！明修暫道，暗度陳倉，表面上我考駕照啊，其實我唔買車。唉，咁啊，好咁啊，呢、這個 friend 咧就我朋友真係試過噶。代价入错档啊，撞烂咗块后玻璃，代价都几大㗎。嗯，係有代价的㗎嘛。唉，真係啊。好，咁啊呢、這个 friend 话相低啊，保佑我2023年发啊，大家咁话，大家咁话啊，咁啊。嗯。好，咁啊阿 JC 话好好奇，咁问相低20周年呢喺电台做定喺网络做直播呢，咁啊。咁啊如果冇咩特别嘅事情，我哋都会继续呢喺呢、這個你而家睇緊呢個直播平台上面咧做呢個直播嘅咁啊，咁、樣會大家比較感覺貼近啲啊嘛，係咪先啊？係，嗯，阿南就話：喂，大波東去英國睇英超，你哋去唔去睇啊？咁樣，因為冇發出邀請啊，係啊，即係我哋知道呢件事啊。啊，你知啊？知啊？哦、上個星期，係咪上星？不係星期五嗰日同我哋食飯講啊嘛。哦，嗰陣嗰日可能未到上個星期五、啊，可能你未到嘅啫。係我未到，我就講啊嘛。哦，佢鬧阿 Ben， 佢唔係阿 Ben 係即係曼聯嘅死忠嚟噶嘛？係啊係啊。啊跟住阿 Ben 一年嘅嫌棄話唔去咁，唔點解？不過而家曼聯咧收購可能真係出咗意外喎嚇。點啊？中間停咗啊？唔係嗱，中間唔係停嘅問題啊，我係驚卡塔爾嗰邊冇錢啊，知唔知啊？哎呀，系因为咧呢个瑞信咧咪呢个瑞士信贷系啦，咪执笠嘅吓啊，咁啊跟住咧呢个瑞银咧就收购佢啊嘛，打四折收购啊，嗯啊，但系咧呢个瑞银打四折收购咧系佢哋三家嗱呢个瑞士政府、瑞信同埋瑞银、三家咧自己匿埋间房仔度倾掂嘅，系、完全咧就冇征询到咧。即係股東意見嘅意見，而咁唔好彩咧，呢、這個卡塔爾啊，同埋沙特係啊，兩大主權基金咧，都係佢哋股東，而且咧係舊年先入踏嘅卡塔爾，你話死唔死一入踏就搞啲咁嘅嘢，係啊，搞個四折出嚟先，咁係啊，有冇反台啊？咁梗係嘈啦，一定嘈啦，嘈到咩咁啦？喂，大佬，咁而家咁點啊？咁巴塞爾協定仲實唔實施啊？因為呢個巴塞爾協定係即係成個規限。規管成個全球銀行界噶嘛，咁而家唔係啦，呢個政府係隨便嚟、改規矩嘅，自己傾掂就算啦、我唔理啦，係 啊，哇，搞到我嗰日都嗱嗱聲查一查，我喺呢個瑞士銀行有冇錢啊？係嘛、啊？後屘一查到一扎醒係，一扎醒係繼續瞓啦、嚇到瞓着都嚇醒啊！真係扎醒咗，唉！真係，喂！而家真係咁玩咧，真係好大鑊噶，我覺得嚇，真係嚇、全部都自把自為，冇曬規矩，冇曬規矩喎，真係嚇，真係。嗯，係咁啊，阿 Charles 問啊 ，Hugo 幾時出書啊？咁我哋本書咧喺密羅緊股嘅呢安排當中啦，咁啊，咁啊，我哋嘅呢個小團隊咧已經建立咗啦。喺上個禮拜五咧，我哋已經開咗第一次嘅會噶啦，咁啊，咁呢個開會嘅成個過程中咧，大家都談笑風生嘅，咁啊。未来充满希望根本就系嘛。好啦，咁啊呢个 friend 话算罢啦，而家欧洲同美国银行已经冇晒信用啦，所以好多有钱人将啲钱咧搬咗新加坡，咁啊搬去边度我真系唔知啊，我系喺网上边见到人咁讲噶，咁啊，系咯，但系我身边咧，我问啲朋友，喂，你喺美国银行啲钱点啊？你喺瑞士银行啲钱点啊？啲人话迟啲先知道、
咁啊，係嘛？點咧嚇？我遲啲我有錢存先知啊嘛。我而家都冇錢入落去，我點知啫？咁啊，啊，反正就話好好似流動嘅方向就新加坡加香港啦。唔知咁啊？呢啲係以訛傳訛。其實咧，我覺得你而家咧嘅自媒體咧，真係要管下嘅，係嘛？因為咧好多一定要管。系嘛？系，即系因为咧，事实上系有好多嘅消息噶，啊，其实都系作都系作嘅啊，所以大家咧，其实而家咧，其实对于新闻嚟讲咧，应该带住一个警惕嘅心，同埋一个好有逻辑分析嘅呢个心咧，去接受嘅，啊，不断咁啊接受多啲各方各面资讯，以增加你嘅辨别能力。系，冇错啦，冇错啦，咁啊，系咁啊，呢个 friend 话，哇，小国家银行咧真系唔靠谱啊！喂，呢样嘢又唔关大小国家事啊，其实啊，其实咧，嗱，其实咧，简单嚟讲就好似美国够大啦，大国家啦，世界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啊，系，咁啊，之前咧呢个硅谷银行。破產嚇，咁啊，其實咧，而家銀行界咧，其實都係有一個金融危機嘅存在嘅。但係美國咧，呢個聯儲局咧依然係加息，係啦，我覺得即係仲加息，哇，仲加息，誇張，係啦係啦。咁其實你明唔明嗰個呢個加息美加息對呢個美國成個金融體系有咩影響嘅咧？你明唔明啊？我都明白。你明白我就放心㗎啦。我明少少啦。嗱，咁你明少得啦，我唔讲啦。係嘛，係啊。我明少少就代表我哋啲 friend 都明好多啊。唔係你係 standard 嘛。係啦係啦。明少少就得㗎啦。係啦，起碼平均值啊。我明少少啦其实啊。喂其实少少即係幾多到咗 50% 未呢我唔知啊。你想唔想听我讲先。你講啊！你講，可以好言簡意乾講。你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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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嘛？睇下同我明嘅同唔同？不如你講，你明幾多啦？你講啦，不如。我言簡意乾，因為我明少少，肯定係你肯定話你認，即係明好多啦，係嘛？我唔係，咁我可能都係比我多少咧，可能比你少添啦。你個人你嚟嚟嚟，你講啊，你講啊。嗱，因為咧就。銀行主要就攞錢翻嚟就攞嚟放數啊嘛，係嘛？如果唔放數，佢攞嚟做咩啫？係咪先？係冇錯。好啦，放數咧，咁除咗有投資之外咧，好多時候相對穩陣咧，佢買國家嗰啲叫咩啊？債券。債券主要問題喺債券。你可以理解成國庫券啊，係啦，係喺呢個位啦。咁即係比如講以前你攞百蚊去買啦，咁比如係兩分息，比如。比有兩分息嘅國庫券㗎，即係比如係嗰個國家破產啊，嗰兩分息，即係我舉個數字啊，隨便舉個數字啊，2%到啦，2%啦，咁好啦，即係喂，你係咪文？你係咪即係清末民初全放貴你咧？全部都放到咁貴啊？全部都攞幾分嘅咧九七十三貴，你嘅人你真係，好，你繼續2%到啦嚇，咁啊搏命加息，因為美國好似近一年嚟嚇都搏命加息啦嚇，咁加息之後咧就變成咧就變成嗰個五啊，即係變咗由2%到5%啦。舉個例啊，我具體數字唔知。咁好啦，即係換言之，如果你啲錢嘅流動性係冇問題嘅話，咁你咪等佢去到五。咁到時慢慢咧，慢慢佢再降翻嚟，去到二咧，咁你係冇損失嘅嗰嚿錢，去到2%嗰陣咧，你再換翻錢就得啦。咁但係如果流動性有問題啦，咁咧你呢個時候，因為你未攞，譬如我攞100蚊去買啦加息之後咧，你買翻嚟咧係冇嗱100蚊兩分息就102蚊，2%啊兩分息，2%就102蚊，但如果加到五嘅話咧，就105蚊啦，即係值105蚊嗰陣。如果你流動性冇咧，你去買嗰陣咧，你就100蚊咧，你係買即係買唔翻102蚊咯。就好似買翻90多蚊到啦。咁你咪蝕咗錢啦。就咁啊。咁大家明唔明啊？咪你明唔明啫？啊！大家明唔明啊？嗱，如果你流动性出咗问题，嗱，大家明嘅话咧，就打3啊，33。大家唔明嘅话打1啦。哎呀，啲爹啊，完全。如果大家唔明嘅话打1啊，大家唔算啦，大家数学差。大家如果唔明嘅打1啦，大家唔明嘅打1。唉，你往往辛苦讲，我哋一个音乐节目，你何必又讲财经咧？你真系，
呢个比较本来都明啊，咁啊，听完阿志讲咧就更加唔明啦，真系好晕。好啦好啦，系啦 ，Cindy 话我做银行我都唔明啊，你系咁啊，你系咁啊你，唉，真系攞命啊，真系攞命啊，算啦，唔同你讲啦。呢个 friend 话我其实咧就缺一个翻译啊 ，Hugo 可唔可以帮手翻译下咧？啱啱讲中文嚟噶嘛佢。呢个 friend 话原本有少少明，听完之后完全唔明，好似张三丰教张无忌太极剑咁啊！好啦好啦，呢个 friend 人哋喺金融层面，只需要用数学常识嚟解释，我真系用常识先解释得明，系咪先？呢个 friend 话听智叔讲完百度十年书啊！呢个 friend 我学经济啊，我都唔明啊！摆鼠啦，嗱就咁样同大家讲啦吓，咁咧喺呢个喺呢个美国咧，而家有两大嘅问题，第一咧就是通货膨胀，咁通货膨胀要解决呢个问题咧，只能够用加息嘅方法，加利息咁啊，咁啊，但系咧银行咧就加息咧就遇到咧呢个系统性嘅问题啦，就好似阿志啱啱讲嘅吓，我简单啲嚟讲啦，因为美国前几年咧。咁咧啲錢咧，你存錢入銀行，你存錢入銀行咧係冇息嘅，甚至乎負利息嘅。你存$100落去咧，出年俾翻99你。收你保管費。係啊，咁啊，最基本係冇息，跟住咧就係甚至乎負利息。咁啊，所以咧當時咧銀行咧就收咗好多呢啲錢。咁呢啲錢咧完全冇成本噶嘛，係咪先嚇？咁銀行都相當之明白嘅，咁啊利息係會變噶嘛，中擺噶嘛嚇，有時高有時低咁啊，所以銀行一諗係穩陣啲啦，我嚟攞呢嚿錢咧去買國庫券啊，雖然收益低啲啊。一點嘅息咧，1%嘅息咧嚇，喂，都有錢揾啦、啊，一年都賺到$1啦，而且呢$1係淨賺嘅喎，對，係咪先嚇？咁就咁樣操作啦，咁啊，嘿，點知咧呢一輪咧美國聯儲局咧搏命加息，係啦，搏命加息嘅咩問題咧？其實對於銀行嚟講係冇問題，冇問題嘅，係咪先？因為呢啲咧喺我哋嘅術語裏面咧叫浮虧，浮虧就紙面紙面係蝕咗錢，係啦，但係咧你唔賣個副券咧，其實冇事啊嘛。呢、這個咧就等於我哋拍拖嘅暗戀，係咪先？你嘅單戀，其實單戀基本上係唔會失戀噶嘛，係咪先？大家明呢個道理未啊？係咪先？唔到拍拖嗰日我都唔會失戀噶嘛，係咪咁啊？好啦，咁啊呢個咧就係、是、呢、這個銀行咧就係、是、呢個浮虧。啊，浮虧咧本來係冇嘢嘅，因為咧跟住入嚟咧就銀跟住入嚟咧啲新銀紙咧利息高啦，比如咧去到3%啊5%嘅利息，係啊，咁銀行喂大佬，咁我嗰嚿錢啊砸死喺嗰度，呢頭咧我又要俾利息，係啦，咁啊嚇，咁啊嗰邊咧一年賺$1，呢度咧一年咧要俾$4人。咁啊，圍到咧我一年就要自己銀行揞$3出嚟，所以用新嘅錢。就唔抵嘅，再嚟套再嚟冚翻啲舊數就唔抵啊嘛，係咪蝕啊嘛，咁啊所以咧呢、這個硅谷銀行咧好死唔死喎，就揾咗摩根士丹利啊，如果冇記錯嘅話嚇，如果記錯摩根士丹利由得佢啦，你啃咗佢啊，係啦，就揾咗另外一間銀行，喂，我而家有談咁嘅嘢，之前啊。咁啊，有咁多個債券，喂，不如你幫我啃咗佢啊，咁啊，大家計好個價嚇，喂，咁梗係有着數啦嗰邊嚇、喂，咁都好喎、平平地又收筆債翻嚟都好啊，咁啊 ，OK， 咁啊都收啦，咁咧，但係咧收嗰時咧唔小心就走漏咗風聲，咁啊梗係啦，係咪先？阿志啱啱談判完啦，代表買家係嘛，代表呢個摩根士丹利啊，你談判完，跟住咧路上諗下冇啦，我打電話俾阿 Hugo 啦，喂 Hugo 啊，你係咪喺硅谷銀行嘅存款？我係啊係啊，我上個禮拜存咗$30+入去，你快啲攞出嚟，如果唔係咧，我驚遲啲攞唔到啊，佢哋咧可能有啲問題，咁我梗係嗱聲攞噶啦，係咪先嚇？係啊係啊，喂我攞$30都係錢，係啊係啊，我攞。哇！誒，啲人話啊，呢、這個肥佬走咁快，走攞錢，肯定呢間銀行唔掂啦。咁啊，跟住我去攞，係啦，結果咧就搏命擠提，所以銀行咪冧咗咯。係啦，咁啊，即係因為佢流動性出現咗問題，冇錯啦，明白未啊？
啊明嘅撳一啊，明嘅撳一，唔明嘅撳一，唔明嘅唔需要撳一啦。係啦，我就睇下明。如果我哋兩個都講完都唔，你都唔明嘅話，咁你其實你再撳呢啲出嚟冇意義啊，係咪先啊？啊，所以咧明嘅撳一就得啦，明嘅撳一咁啊。係啦，咁其實咧而家美國政府好奇怪，呢邊咧就金融有系統性問題，嗯、但嗰邊咧有通脹。佢唔知幫得邊邊啊，係啦，係啊，所以都幾走鋼線噶。我諗可能應該係加埋最後一次息㗎啦，嗯，應該下次唔加㗎啦，應該。唔知啊，係啊，即係我估啊。咁啊，睇下耶倫女士咧，係嘛嚟我哋呢度咧就傾到啲乜嘢啦？傾到啲咩？因為耶倫咧，佢之前啊聯儲局組呢個主席嚟㗎嘛，咁而家做咗成兩年幾嘅財長啦，咁啊兩邊都做過嘅佢，啊咁所以咧佢啊成日話反好想嚟中國咁啊。啊，咁啊，唔知幾時可以成行啦，咁啊嚇，我哋點解傾埋曬呢啲嘢咧嚇？我哋以自己唔係太明嘅嘢，企圖說服人哋啦。人都係咁噶，唔緊要嚇。呢、這個俾你夠膽，你再講第二次，睇你講得係咪一樣。唉，班朋友啊，真系呢个咩话？你讲曼联讲开啊，系喎系喎系喎，讲曼联讲，唉，都系大波东啊，唉，真系又唔请我哋啊，系啊，又唔请我哋去，又话睇英超收官之战咁样，唉，即系呢个 friend 话百科全书随便掀到边页啊，就讲到边页噶啦，咁啊，呢个 friend 话你讲呢啲你有证咩？你冇，边话无证唔可以经营噶？咁啊。接下来是一些好福利时间，节目下载专属福利来啦。现在在一些事一些情官网或者小程序下载节目，原价$88的 LoveQ 19周年拖鞋就可以用$49.9的福利价钱进行抢购啦。广东人必备，你不是不买是吗？系咁啊！呢、這个 friend 话，相低一定要答我，我100万打算存银行定期，唔知好唔好咧？咁啊，梗系好啦，梗系好啦，系咪先啊？我都想有100万可以存定期啊！真系啊，好，嗯、好，好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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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嗯，系咁啊，诶、嗯欸，我睇下先。如果最稳阵咧，就是、你分开两间银行存，系嘛？系啊，哦，嗯。好多 friend 撳三啊，撳四，究竟咩意思？喂，真係好明啊！你表達自己情緒得好明啊，好明啊，明個咩啊？呢個 friend 月薪2000個，我就係中意聽你哋講呢啲，呢啲係嘛？明嘅，明嘅，明嘅。唉，係咁啊！呢、這個 friend 話：，唉，熟悉 Hugo 嘅 friend 都知啦，Hugo 分析嘅足球係從世界角度出發噶嘛，咁樣。嗯啊，好好好，唉，咁啊，呢、這个 friend 我有500万咁啊，读下你个名啊，你有500万啊，系全仓买一个股，好嘢啊，呢啲先系精明嘅投资者，好有信心啊，系冇错啦嘛，其实真正嘅投资者系呢啲人啊，系嘛，系啊，点样样咧，系啊，吓、啊，即系得啊得，系啊，唔咩叫话得啊得啫，即系点啊，投资者，正如咧呢、這个股神巴菲特所讲嘅，系咪先啊，我只投我熟悉嘅行业，系嘛，系咪先，所以一路就冇投我哋 Love Q 啫嘛，系咪先啊，系嘛，系啊，佢太唔熟悉啊，主要佢唔识听广州话啊，咁咧，然之后咧就如果我哋嘅 friend 夠膽500万全仓一隻股咧，证明佢好了解嗰个行业，系咪先？好了解呢间公司啦，系冇错，了解呢个行业，又了解呢个公司嘅经营状况，咁去投，咁呢啲咪叫稳阵咯？呢啲唔系跟风咯，系咪先？掂啊，啱啊！其实投资咧最惊系跟风，喂，噏六个 number 嚟听哑嗰啲，诶，即系嗰啲咧啊，死人死得多人咧就嗰啲噶啦。啊！我同你讲系啊，嗯，所以呢个 friend 咁样投资系啱啊。呢个 friend 一股到底啱、嗯、啊，嗯、一股到底，冇错冇错冇错啊！呢、這个 friend 如果500万买强佬牛肉丸咧，咁啊，嗯哼，嗱声啦咁就，好过你买股票啊，有排食啊呢个，自己食完咗点啊点啊，呢个啲亲戚朋友系咪先啊？呢、這个绝对系好过存银行同埋买股票嘅呢、這个投资啊，系啊最稳阵，唉冇错啦冇错啦咁啊。
好，咁啊，收上咧揸住一封个 email， 咁啊，呢封 email 咧就系、是，呢个 friend 话，纯肉肠几时有啊？系，咁我哋嘅呢个生产线咧正在调试当中啊，我哋大家熟悉嘅呢个纯肉肠啦、鸡扒啦，咁啊，即将咧再度出山，咁啊，敬请期待啊！系啦，好快就归来啊嘛，系、冇错啦，咁啊，系咁啊，呢、这个呢、这个呢呢、这个俾人俾下500米油牛肉丸，食到变牛魔王啊！啊，咁几好啊，有个电线公主，系咪先？识变系啊，好嘢，好嘢，好嘢啊！好咁啊，手上揸住一封嘅 email 啊，嚟自我哋充满感情嘅电子邮箱啊嘛。嗱、俾你揀啦，两封 email， 你想听边封先？嗱，有标题呢、这个玉女，呢、这个打飞机。玉女，啊！你真系 你真系好咁啊，咁啊，先讲呢、這个男生关于飞机嘅故事啦吓。呢个讲一讲呢、這个，佢话多谢及上期节目字字读出啊，男朋友银行卡解冻啦咁样。哦，你又好啦，一读出嚟解冻喎，掂喎真系。系咁啊，梗系买啲牛丸翻屋企解冻食啦。系啊，掂系咪先？系冇错啦吓。OK， 咁啊，亲爱的兄弟，就喺啱啱啊，无奈我先顺利从杭州咧翻到广州。足足咧用咗24个钟头啊！这一趟回家之路咧，除咗一丝疲惫同埋无奈咧，仲有一啲感触想同你哋两个分享嘅，系咪啊？系咪天气嘅原因啊？天气不似预期，系啊，廿几个钟，系啦，赞你嘅说话咧，唔多讲啦，就系、是、三个字，买买买。因为咧实在太攰啦，攰到讲唔出说话，只能用手机自己擦面确认付款啊！哇，太好啦，太好了，可以可以。3月23号晚黑，我喺杭州咧完成咗一周嘅出差，准备坐晏昼6点嘅飞机飞翻嚟广州。但咧中午咧就收到航班咧多次延误嘅通知，直到夜晚11点咧喺机场正式通知。由于咧吓，福建一带有恶劣天气，亦系航线嘅必经之路，即系航路上边有恶劣天气啦吓，所以咧航班咧亦就取消咗。无奈之下咧，我哋一齐出差嘅同事咧都改签咗第二日朝头早7点几嘅飞机，喺机场附近嘅酒店咧就住一晚啦，咁啊，第二日朝头早咧4点几我就醒咗啦，5点几咧搞完呢个登机手续，就喺呢个候机室咧就等飞机啦，一切咧都咁顺利，飞机咧喺7点半左右咧亦如期起飞啦。系啦，7点几啊嘛，系啦，即系瞓多咗一晚吓，系啦。但咧到咗啊9点几钟，本来应该降落嘅时间啦，咁啊系7点零钟杭州飞到嚟广州，即系降零钟啦吓，咁样啊唔使两个钟。本来应该降落嘅时间咧，机长广播里边通知，因为白云机场咧上空啊天气恶劣啊，需要等机场嘅指示，需要继续盘旋啊，就咁样转啊转啊转到差唔多1个钟啊咁样。喂，讲到转啊转啊好得意话，咁今晚咧就即系分分钟咧就一个嚟自新加坡嘅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咧听紧睇紧我哋直播嘅，系嘛？系啊，边个啊？李显龙先生。哦，因为佢系今日系飞咗嚟广州啊嘛。好得意喎！我有一班咧咪中意呢个关心航空啊，航空嘅业余爱好者啦。系佢哋咧跟踪咗佢一部飞机咧，喺深圳上空咧转咗个圈。哦，再飞嚟广州嘅。咁噶？系啊。咁咧以佢哋嘅呢个专业嘅呢个分析嚟讲咧，就当然如果咧就航路比较挤迫啊，或者广州嘅呢个天气。系啦，各方面有问题嘅时候咧，都可能会兜个圈啊，等一等啊，都会兜圈，但系咧兜圈咧好少话喺深圳已经开始兜噶啦。哦，应该都喺广州附近兜。系，冇错。佢哋话咧，一般咧就话，如果广州嘅北边啊，即系冇呢个恶劣天气嘅话咧。西北邊都冇嘅話咧，會先兜西邊，跟住再兜北邊咁樣兜嘅。即係譬如話，飛嚟廣州暫時落唔到嘅話咧，佢哋會先飛去肇慶啊，或者再西啲嘅地方啊，跟住兜去清遠啊，再咁樣兜嘅。好似喺深圳，好似喺深圳上空咧兜咗個圈啊，而且咧係深圳核心區。
係嘛？啊啊啊！但你今日能見到，其實就算兜咩都睇唔到啦，兜都睇唔到咩啦，除非飛到好低咯。哦、啊，唔知啦，唔知點解啊？啊 ，OK， 就兜咗個圈啦嚇。係兜咗個圈啦，咁啊 ，OK， 咁啊，誒、哎、多謝多謝啊，吉川木板嚇、啊、送咗好多個小心心俾我哋，多謝曬多謝曬啊！出嚟吉、出嚟吉啊！好咁啊，咁咧就咁咧就呢、這个就咁咧转下转啊，转咗差唔多一个钟。喺呢一个钟里面咧，空姐个话术啊，从小到中型颠簸，慢慢升级到中型颠簸。嗯，我合指一算，呢、這个系一场硬仗啊！到咗十点几啦，飞机咧终于啊冲破乌云，窗外咧首次咧见到咧啊地下个房屋啦。我心谂今次咧，卒之可以翻屋企啦。但系啊，随即飞机突然间加速爬升，有种坐过山车嘅感觉啊！哇，真系好拉，即刻拉起啊！直接冲翻去平流层啊！而呢个时候咧，机舱广播都通知，由于咧天气环境实在太恶劣啦，广州机场无法降落，临时咧被降去长沙。哦，冇辦法降落啦，真係天氣太惡劣嚇。係，呢幾日廣州嘅天氣的確係啦，又冰雹又呢樣。係咯，冇錯啦嚇。咁樣，此時此刻啊，機艙裏邊咧都係充滿咗惶恐同埋怨言啊。從被降到從準備降落到無法降落，有啲乘客咧啊，仲係琴晚啊，已經咧飛過一次嚟廣州噶啦。哦，飛咗又翻轉頭。係啊，但係情況唔允許咧，又再次唔允許降落，就折返咗杭州。第二朝頭早又飛過，又到咗廣州啦，又落唔又話落唔到，要去長沙。咁啊，咁肯定會有怨言啦嚇。唔係呢啲同廣州冇緣分啊嘛，大佬飛咗兩次咁啊啊咁啊咁咯。到達長沙，大家打開手機先至發現，啱啱飛機突然間爬升嘅時間點啊，廣州咧啱啱嗰個時間咧係落緊冰雹啊，真係咩奇怪嘅事情咧都可以撞埋一齊啊！第一次咧面對呢種事情啊，心裏邊咧多少有啲唔安樂嚇，但既然係呢種不可抗因素咧嚇，用樂觀嘅態度去面對咧，未嘗唔係一件好事，未嘗唔係一個好嘅方法。係啦，至少嗰刻咧，我覺得我比飛機上邊嗰啲嘈嘈閉啊、周圍話問責啊嘅人咧，要更加臨危不亂咁啊。呢、這個時候咧，好多乘客都提出就地解散或者直接退票，但由於係被降啊，好多嘢咧都需要長沙當好多嘢咧都需要同長沙機場啊交涉溝通。嗯啊，與此同時咧，飛機又喺度繼續持續加油，準備後續工作咁啊。係啦，係咁啊，過咗半個鐘頭，乘務員咧同我反饋啊，廣州目前嘅天氣係小雨，當地咧亦反饋肯定可以降落。準備呢再飛去廣州咁啊。好。如果冇行李托運嘅乘客呢，可以選擇從長沙落飛機咁啊，但必須要等到飛機抵達廣州之後呢，長沙嘅旅客呢先至可以出機場。咦，佢呢個規矩係因為咩原因呢？喂，呢樣嘢即係嗱，點解要同大家分享啦、啊、就係、是、呢個位置我都唔明嘅。係咪？嗯。即係鉗你本書都鉗唔出嚟。你百科全書鉗冇呢？都話甩咗幾頁咯。哇！即係要到一步，嗯，你先可以離開機場。係，咁你不如揀佢走。係啦，逼你揀呢樣啫，係嘛？即係逼嗰啲乘客要坐翻飛機咯。係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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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咯。啊，好奇怪呢一點啊！係啊，嗱，有冇識嘅 friend？ 有識嘅 friend 咧，可以同我哋咧解釋一次嘅、有識之士幫我哋解釋一下。係啦，係啦。嗱，我再講一次啦，可能啱啱我讀嘅時候咧，大家冇留意啊。咁、嗯、咧，過咗半個鐘，咁咧，乘務員就話廣州目前小雨，當地咧，廣州當地反應可以肯定可以降落啦，我哋準備飛翻去廣州咁啊。如果冇托運行李嘅乘客咧，可以咧選擇。而家落飛機啊，你自己揸車又好啊，IDD 又好啊，坐高鐵又好啊，咁啊，你可以喺長沙，你就再去嚟廣州又好，你唔嚟廣州都好啦，咁啊，咁、嗯嗯、但係咧，必須要等呢部飛機咧喺廣州降落之後咧，呢班乘客咧先可以喺長沙出呢個航站樓啊，離開機場嘅，啊離開機場，係啦，喂，咁係一個咩原因咧啊？即係百思不得其解喎嚇，係啦。嗯嗯，哦、啊，但系呢个原因喺封 mail 入边都冇解释嘅。嗯，哎呀，啊，咁嘅喎，系啊，哇，真系奇怪喎、啊，咁啊，嗯哼，嗯，
話為呢個 friend 講揾錢啊。佢話上次求兩老讀出省廣集團部長之後，真係一直漲，我想分享俾廣大低迷一齊揾錢，真摯咁感謝雙低。啊，咩啊？勒貝爾，勒貝爾幾時再有？買其他，唔好幾時再有，嗱聲啦，咁開心係咪先？嗱，呢個投資需謹慎啊，自己 friend 自己把握。係係係咁啊，好咁啊。所以咧就好奇怪咧呢樣嘢啊，奇怪位啊，呢、這個奇怪位之一咁啊，大家咧睇下可唔可以咧嚇啊，幫我哋解到、解釋到呢個問題啊。係冇錯啦。咁啊，如果你話即係冇有行李咁啊，當地係唔可以卸噶嘛，係避降係唔可以卸行李。呢樣嘢可以理解啊，呢、這個可以理解，因為咧。喂，大佬，你唔知道你嘅行李喺邊度啊嘛？如果揾你嗰件行李，又成部飛機嘅行李全部反曬，反曬先至揾到。咁所以咧，呢樣嘢咧就有啲困難啊嘛，即係要浪費好多好多時間。但係如果話我誒我唔坐啦嚇，我呢個搭高鐵啦咁樣嚇，咁都唔俾人走嘅咩？咁神奇嘅咩嚇？係啦，嗯哼，哦，唔明嚇，唔明。咁你有冇試過飛機被降嘅地道㗎？好似試過一次。好多年前啦。嗱，我又係好多年前咧，我一次咧從常州就飛翻嚟廣州。咁咧又係廣州嘅天氣好惡劣，係嘛？咁當時我喺飛機上已經勸空姐啦。啊！你我話勸佢放心冇事啊。唔係我話哇，喺我前面個浪雲咁大咧，廣州嗰邊黑麻麻。喂，嗱唔好搏啊呢啲嘢係咪先啊？亂機長都得嘅。你未娶我未嫁，唔係我未娶你未嫁。不如我哋你下一句唔係咁啊？冇必要啊，冇呢啲風險。咁話你同機長講聲咁啊，呢個我可以代表乘客嘅咁啊。係嘛？係啊，咁咁咯。係啊，咁後屘咧就唔知係咪即係呢個空姐咧真係幫我傳達到呢個機長嗰度，所以咧後屘咧就被降武昌，唔係南昌，被降呢個江西嘅南昌，亦係我第一次咧去南昌。我唔記得係邊度飛邊度啦，嗯，我覺得都係廣州，唔知邊度咧。被降都係桂林，係，係咁樣樣嘅，被降地點我記得咗，但係好快就即係唔係停好耐嘅啫，咁都繼續飛翻，唔使喺嗰度過夜嘅。我喺嗰度就冇過夜嘅，我喺南昌就好似咧又喺個一開始話喺飛機度等，係，咁後屘咧就話即係後屘咧就哎呀咁個空姐話同機場溝通過啦，大家可以去呢個航站樓等咁樣，咁又冒住多少有啲小雨，咁啊去航站樓都未坐定啲人話，又翻上飛機啦，我玩嘢啊！喂，呢個 friend 嘅理由會唔會都有少少啱咧？佢話可能係驚人走咗，故意留低有問題嘅行李，安全理由。咁你又更加講唔通啦？點講唔通咧？係點講唔通咧？咁如果係飛機度啊，咁佢有嗰、那個行李有問題，佢都一樣係咁噶。佢都可以喺長沙安全㗎嚇。係啊，係咯，係咯，係啊。啊！等個飛機降落咗，你先可以走咋嘛。嗯，係啊，又係嘅。係嘛？嗯哼，講唔通啊，講唔通嘅呢個。啊，哦，嗯，好啦，咁啊，好咁啊，啊，呢個話會唔會同保險公司有關呢？咁啊，啊，咁啊，請保險公司啲 friend 幫手睇下。係啊，啊，保險公司咁惡嘅咩啊？嗯哼。OK， 咁啊，經過多方溝通啊，大部分乘客咧都同意以上嘅做法，願意返航。但有一名乘客咧托運咗行李，但你要求一定咧就喺長沙落飛機，並且以身體不適為理由打咗120嚟接佢咁啊。由於呢個乘客嘅事情咧，飛機喺原地咧耽誤咗差唔多半個鐘頭。唉，可能就係呢半個鐘頭啦，後邊嘅事情咧先至咧接踵發生啊。啊？仲有嘢？唉，咁啊。又點啦？唉，咁啊，咁咧就最终啊，呢、这个乘客咧嘅同行人喺飞机上咧同佢大吵一餐，勉强说服佢继续乘飞机。咁其实咧系有人会惊嘅，系咪先？我觉得哇，上一次咧就已经系老天爷俾咗一次机会我，哇，仲唔走咁啊？系咪先啊？系。跟住个同行人咧同佢嘈咁啊，一齐啊，两个一齐孖埋嚟广州食牛腩嘅，咁啊食牛杂嘅，咁啊嘈咗一餐。你仲食唔食牛杂啊？啊！如果唔係話你食牛雜，我點會陪你嚟廣州食牛雜啊？咁樣講到你有幾想食啊？係咯係咯係咯，咁啊 OK， 咁啊，咁啊說服咗佢，說服咗佢，咁啊，係咁啊，飛機咧啟航飛翻廣州，但最終嘅結果係咧，當飛到廣州嗰陣咧，天氣又再度咧變得惡劣啦，冇一部飛機可以降落啊，所以機長咧最後只能夠重新選擇飛翻去長沙，並且。航班最後係取消嘅，
即係要喺長沙過夜啦咁。係，哦咁咯喎，可能就係因為嗰條友咧，早半個鐘，係啦，早半個鐘晚手可以降落。係，冇錯啦，咁啊。最后我哋一行人啊喺长沙攞到行李之后呢，从长沙坐咗三个钟头高铁返广州。24小时嘅回家历险记呢就此结束啦。呢个一个十分之难忘嘅经历啊，但更加让我略感心痛嘅系呢班乘务员以及航班嘅机长。面对咁样恶劣嘅天气啦，边个都唔想发生㗎。机长就喺咁样嘅紧急关头做嘅每一个决定都系为咗保护大家嘅安全。嗯。但喺飞机上边呢，我见到大部分慢马嘅乘客呢似乎只睇到机长冇将佢哋送到目的地，而唔记得咗啱啱机长呢救咗佢一命。咁啊。系啦，系我记得 Hugo 讲嗰句说话，而家呢个时势冇事呢就唔好难为别人啊，对别人多一份嘅包容，对自己多一份嘅乐观自信啊。今次嘅经历呢就写到呢度啦，希望双低以及各位 friend 以后出行呢都顺顺利利，一路平安。多谢位 friend 嘅祝福吓，系出行顺利，一路平安。呢个系啦，咁啊，所有无论你坐咩交通工具啦，嗰、那个驾驶员啦吓，系都系以所有乘客嘅安全为第一己任嘅。其实我真系好唔明啊！即係我即係搭飛機呢，我真係見過啲人呢就真哇又點點點啊，即係嘈喧巴閉，好似佢自己條命唔值錢咁啊。啊好似咩都唔驚咁啊。係啊，真係。真係離曬譜啊。啊呢、這個 friend 都話齋，真係要理解萬歲。係 啊一定要理解。係啊，真係。喂，其實呢我覺得航空公司可唔可以即係採納我一啲嘅意見呢？啊，你有即係你有啲咩意見？如果再遇到咁嘅情況啊，即係啲乘客喺度嘈啊，咁樣喺度鬧機長喺飛機度啊，點點點嘅時候，可唔可以即係播安全須知嗰度啊？播啲空難咧嚇，啊咁唔得，點解唔得咧？咁咪造成恐慌咯。嗱，如果你唔聽機長嘅説話，以下嘅情況就有可能會發生。咁會有恐慌噶嘛？咁咪大佬，咁佢係唔驚喎？而家等佢驚下嘛。唔得嘅咩？唔得唔得，唔贊成我覺得。啊，會造成其他乘客嘅好多恐慌噶嘛？因為其他睇到噶嘛，係咪先？哦，係喎。咁冇嘈嗰啲咧？冇嘈嗰啲啊？係啊，佢睇到咪好恐慌咯。咁空姐可唔可以攞部手機咁樣俾嗰幾個嘈嘅睇啊？直接 send 俾佢睇。係啊，唔得，俾佢攞咗微信咪真係蝕咗底，係咪先啦？即係機上可唔可以準備幾部 iPad？ 係真係俾嗰幾個嘈嘅。嗯啊，我真係好趕時間，我翻廣州有事啊，點解唔降落啫？啊，俾我嚟揸，俾我嚟揸咁，咁講啊嘛，係咪先啊？呢個時候第二部係秒秒鐘幾千萬、幾個億上落，係啊係啊，哇，我損失幾多啊咁樣？係啊，特別係嗰啲咧喺飛機度打電話嗰啲咁嘅，嗰啲咁啊，真係叫爛蛋㗎嚇！喂，真係個飛機起飛緊啊，即係跑道上已經加速緊啊，仲喺度打電話。人哋空姐話：唔該，你收線啦。咁啊，仲喺度我講多兩句啊，怕咩啫？咁我成日想打佢嘅，即係後屘諗下，無論喺機度打人定喺地下打人都係唔啱嘅，咁啊，唔先啦，由得佢啦，咁啊。但通常我都會講一句嘅，我就收線啦，你咁啊。嗯，係啦，都會咁講句。通常咧，嗰個人咧就悲我一眼咧，就知道收線。啊，呢個 friend 話列入黑名單就可以啦，咁。係。係。其實應該有一啲方法㗎，對於佢哋嘅處理嚇。係啊，係啊，咁啊，嚇，咁啊，喂，大佬，即係我覺得咧，嗰啲人咧真係嘅，真係嘅，即係嗰啲特別啲打電話啊，即係特別啲飛機啊未到啊，啊，仲喺度即係勁勁勁棍咁啊，降落緊，嗱，即係起落架放落嚟啊嘛，通常你聽到勁棍一聲㗎嘛，咁啊放起落架，啲人已經開機啦，已經開始，係嘛，已經開機㗎啦，仲買下手仲要講緊，我兜啦，我兜啦咁。哇！即係嗰啲真係真想碾死佢，嗰啲人真係，唉，真係啊，系啊，咁所以呢就嗱，希望呢我哋今晚所有睇緊我哋直播嘅 friend 啊，大家呢都喺飛機上边啊，大家呢都係遵守呢、這个飛機上边嘅呢个乘务员啦，呢、這个机长嘅建议 啊所有嘅规矩应该啦。因为呢、所有规矩都係基于所有乘客安全。嗯，冇制定嘅，冇錯啦，冇錯啦，咁啊，自己想死啦，可以噶，你自己揾辦法，冇累人啊嘛，係咪先啊？一定有辦法嘅啊！好，咁啊，呢個 friend 話15年前咧聽個雙低大把聲咧，依然就係咁樣喎，咁啊，咪就係我哋咯，咁啊，啊，還是我哋，還是你，咁啊，嗯哼，咁啊 ，OK， 咁啊，呢個 friend 咧就話雙低啊。
記唔記得有一期啊，有個 friend 去送機，講咗一句一路順風啊，俾個阿爺咧罰咗500蚊。系啦，我话不听老人言系嘛，吃亏即刻在眼前，即刻罚钱。哎呀 ，Ladies and gentlemen， 而家等我为大家介绍牛肉丸中嘅顶流强佬牛肉丸，真材实料，啖啖肉弹到飞起啊！哎呀，哟，飞咗月球添，点解咁弹？因为淀粉比例少过1%，一啖咬落去，满满嘅肉香充满你成个口腔啊！无论点整都咁好食，一些事一些情，强佬牛肉丸。系咁啊！呢、這个 friend 啊 ，Hugo 阿志啊，我喺科尔波啊实时报道咁啊，呢个 friend 咧就喺我多伦多嘅 friend 啊实时报道，好耐冇听啦咁啊。科尔波喺边度啊？志，科尔波系。是不是都在加拿大啊？我唔输啊，我觉得大家咪同我哋讲啊，科普啊，科普系啊，科尔多喺边度啊？真系啊，喂，真系呢个名咧少听喎，吓、啊，你话科伦波就知啊，系嘛，系咯，嗯嗯，啊，呢个 friend 18岁啊，开始听你哋节目，而家已经36啦，诶、哦，十八啱嘅，啱嘅，冇计错数啊，哦系 ，OK， 系咁啊，呢个 friend 咧就阿蒙特利尔啊，实时嚟报道咁啊，系、嗯、欢迎你咁啊，深圳龙岗好，欢迎你，欢迎呢、这个 friend 话打错啊，科伦波，哦，科伦波喺边？你知唔知？咁咪加拿大咯，再俾一次机会你。是在加拿大咧，唔系咩？居然，我唔，居然唔系。嗱，大家如果觉得阿志咧扮嘢啊，揿一啊，大家觉得阿志扮嘢啊，揿一啊，可以噶，可以噶。咁嘅咩？有啲 friend 话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哦，我好似喺边本杂志讲嗰度好靓啊嘛，记得咗，好靓啊。是啊，好靓，我叫好靓啊，系啊，好耐之前有本杂志介绍过，系啊，系啊，系 啊, 啊, 啊，因为你如果想去马尔代夫咧，一般都会飞加拿大科伦坡噶嘛，系嘛，系 啊, 啊，要咁曲折，系啊，马尔代夫就喺加勒比海啊嘛，唔系啊，求其啦，白冰洋、白令海峡咁上下，求其啦，地球系圆嘅，飞得到啊。真系、啊，唉、哎，你真系啊你。嗯、唉，咁啊，好咁啊，斯里兰卡啲食物好难食嗱，我咧，其实咧，我去到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我都从来未觉得佢哋嗰边啲嘢难食嘅，系嘛？嗯啊哈，因为咧，我会觉得诶呢样嘢咧唔啱我口味，啊，可能唔啱我食惯嘢嘅口味，但我嚟到呢度啦，我应该从呢个当地人嘅角度去切入呢啲咁嘅食品。嗯啊嗯嘅口感啊味觉啊啊，所以咧，我当我想象成自己系一个当地人嘅时候咧，我就唔会觉得啲嘢难食噶啦。嗯啊啊，其实我嘅角度同你一样，我一谂就系从呢个角度切入嘅、嗯。其实有啲嘢系真系切唔入嘅。唔系，我尝试系有需要嘅、嗯。你去到呢个地方，咁如果你系中意食，咁咪食多啲咯；唔中意食，咁咪换口味咯。系、哎、哇，呢、這个 friend 喺布宜诺斯艾利斯啊，实时收听啊，阿志知唔知道喺边度啊？阿根廷啦、啊，阿根廷啊，知啊。哎、我唔知咩。系、哎、呢、這个 friend 话鱼腥草超级难食啊，亦即系贵州所讲嘅折耳根啊。啊但系我都 OK 喎、啊。但系我去呢、這个我喺呢、這个。贵阳啊，佢哋有嗰个折耳根奶茶噶。哦，咁我系未饮过。哇，好攞命噶，你试下。哦，我未试过。你试下咧，即系做餸咁样，我就食过咁样。嗯，我觉得冇问题啊，即系做餸嗰阵食。系系 ，OK， 咁啊，系、嗯、求脱单啊！今年不知不觉咧，我同阿 Hugo 同岁啦。25岁，你怕咩啊你？系嘛，大把青春啊！系啦系啦系啦啊！咁啊，北京豆汁你试过未啊？应该咪饮过啊？啊，豆汁儿喎，我应该试过。豆汁儿你都试过？咩味噶？你同我讲，好难顶噶咯。系啊，系啊，好难顶啊。潲水味啊嘛，系咪潲水味？就系潲水味，就系潲水味。啊，我都怀疑拎错本潲水俾我，好难顶嘅。系系啊系啊，好难顶啊系啊。系啊，就系咩味？我已经唔系好。
好大有印象。係啊，但你即係咧，你淨喺北京有得食噶嘛，而且喺啲老店度食噶嘛，係啊，咁啊，咁你食完嗰度咧，你咧就你當時你覺得係難頂嘅，其實之後咧你都會覺得啊，下次有機會再試一下咁。但係我心裏邊係咁，我冇咁諗嘅。其實我對呢啲仲係比較呢方面比較嚴謹嘅，咩臭豆腐啊呢啲我都係唔。即係我都係唔中意食。哦，咁嗰啲咩粗鮭魚啊，係啊呢啲粗擺菜啊，係啊呢啲排，即係啲味太勁嗰啲，我唔係太中意食嘅。嗯，係啊係啊。OK OK， 係啊 OK， 我唔會話啊，不如試一下咁樣咯。喂，你去到嗰度你唔試咩嚇？咁有時真係好難頂噶嘛，係咪先？飛魚罐頭你食過未啊？未未。臭屁醋啊，食過啦。啊、我聽你噏過，我但係臭屁醋你都未食過？你唔係廣州人嚟㗎嘛你？唔係，其實有時候啲味好難頂嘅話，我就唔食嘅，你明唔明啊？我主要係咁樣。即係你知唔知嗰碗嘢叫臭屁醋先？我梗係知啦，講咗，但係好難頂。O K， 咁我就唔一定食噶嘛，係啊。O K O K， 啊，咁啊，飛魚罐頭咧，我真係未食過。嗯、啊，但係咧，我聽個朋友咧去冰島玩啊，係，佢話佢話冰島咧有一味嘢叫醃海鷗啊，唔知唔知。佢話咧，你係嚟間鋪頭咧，100米你都聞到就開始聞到啦，聞到啦，哦，係啊，但係咧好多人咧慕名而去啊，係嘛，係啊，哇，呢個非常飛魚罐都係排名第一㗎，啊唔係，即係喺即係喺呢個領域，嗱我個朋友咧逐臭為樂嘅 ，OK， 哦，佢覺得咩係第一啊？佢覺得就係呢、這個冰島嘅醃海鷗。哦哦，嗯，佢話咧就係因為冰島氣温低啊，嗯，咁啊將啲海鷗咧係即係你打打海鷗係唔俾噶嘛，跟、嗯、住海鷗咧唔知咩事啊，反正自然死亡啦，你執到佢翻嚟佢已經死咗噶啦，咁呢個時候咧你將啲毛啊掹曬佢就放喺室外，咁啊自然發酵，哦、有個屍海鷗個屍體嘅臭味啊。跟住咧，然之後咧，再加佢哋嘅一啲嘅醬料啊，好似有啲咩紅菜頭汁啊，啲、嗯、再醃醃佢，哇，百上加斤。啊，啲 friend 話係海雀，唔係海鷗。唉、哎，是但啦。啊海鳥啦嚇。係、哎，好堅噶，好堅噶，係、嗯、啊，真係。嗱、嗯、呢、這個 friend 話同我比較似啊，佢話嗅覺係第一接受度，第二先係視覺。嗯，即係如果聞起身唔得嗰啲，就基本就好難食啦。嗯、就好難食得落肚啦、嗯，臭覺係第一接受到。咁但係女仔咧，你都係視覺第一個啊。咁啊，人都係唔同環境嘅，知唔同嘅種類嚟真係對唔同嘅嘢。啊，你都係想食嘅啫，對唔有唔同嘅標準，你都係想食咗人嚟嘅啫，係咪先？對女仔就先睇，又咩嗅覺第一啦？唔見你先聞啊，個女仔嗅覺第一。唉，真系，嗯，唉，好咁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我哋而家咧就系、是、呢个一些事一些情嘅呢个视频直播，咁啊，逢星期一同埋星期三晚咧啊，都会出现喺你而家睇紧嘅呢个直播平台里边嘅，咁啊，嗯，咁咧大家咧可以喺屏幕里屏幕上边咧直接打你嘅留言嘅话咧，就可以直接咧同我哋咧喺呢、這个直播之中咧就即刻咁啊沟通嘅，咁啊，当然啦，咁啊大家咧睇直播嘅同时咧都可以点击屏幕下方呢个购物车，咁啊购物车里边咧依然咧就每一期我哋直播里边咧都会有呢个优惠啦吓，满100就减20，满250咧就减50吓，系到今晚12点咧就截止噶啦，咁啊好，咁啊马利道夫 SO 个白兰地嚟自法国啊呢、这个亚文邑地区嘅马利道夫 SO 白兰地688蚊咁啊一支咁啊，跟住咧就有呢个马利道夫亚文邑嘅年份白兰地啦，分别有1982年、1984年同埋1990年嘅咁啊，嗯，好啦，都有我哋一把遮啦，但系咧就唔知俾同事拎咗去边度啦，咁啊，我哋嘅 V3 遮148蚊一支，咁啊，澳大利亚欧丽桃红起泡葡萄酒两支338嘅，两支智利咧精灵绿啊迷你呢个葡萄酒啦，咁啊两支系138嘅，咁啊两支精灵绿再加上咧。一支黑鲨鱼就加多90蚊啊，得啦，就系228嘅，200咧，同时可以享受呢个逢100减20啦，咁啊就即刻减咗20蚊，咁啊当然啦，你如果咧搭埋其他嘢买够250蚊咧，仲可以直接减50蚊嘅，咁啊，当然啦，仲有我哋嘅香水组合啦，仲有我哋嘅强佬牛丸嘅系列嘅，欢迎大家边睇直播边点击屏幕下方嘅购物车，咁啊多谢晒、嗯，多谢大家，咁啊呢个 friend 咧就啱啱落单9支大。
大細細嘅 LoveQ 紅酒嚇 ，LoveQ 嘅紅酒太正啦！買過一次咧就一發不可收拾咁啊！多謝曬，多謝曬，多謝曬嚇！慳啲啦 ，baby 咧就話買咗牙膏同埋牙刷啊，都非常之好用啊！就係、是、我哋嘅一些事一些情嘅呢個椰炭牙膏啦，講緊啊，同埋咧我哋嘅呢個啊，我哋嘅堅嘅好犀利，好犀利噶！呢、這個竹炭嘅椰炭牙膏啦，同埋我哋嘅鼻長炭嘅呢個牙刷，咁大家可以睇下，刷毛非常之有勢噶，咁樣佢話咧都非常之好用啊。P.S. 啊，祝願我今年好運啦，生個健健康康嘅 B.B. 係嘛？啊，呢個 friend 問有冇遮啊？有嘅，有嘅嚇，有嘅，有嘅 V 三啊。嗯嗯，係咁啊，呢個 friend 咧就話呢個 friend 咧就斯里蘭卡個 view 咧真係好正，可惜啊，我工作嘅地方咧係礦區啊，就好破爛咁啊。哇！但係你嗰啲見到嘅全部都係銀紙嚟㗎喎，大佬啊，係挖礦㗎諗下，即係幾犀利啊！啊，個 friend 話：喂，志哥，你面試咗個編嘅，你哋即係寫書嘅編輯未啊？咁樣面試咗幾時熱賣啊？咁樣係面試咗啦，係啊，咁 啊，皆大歡喜。係到今日為止咧，已經翻咗三日工啦。哎，破紀錄啊！破紀錄啦！哇！阿峰啊，真係正喎、啊、佢喺廣西崇左秘境秘境麗世度假村食咗幾日嘅螺蛳粉，真係正。嗯，喂，你知唔知呢個廣西崇左秘境麗好鬼難讀啊！廣西崇左秘境麗世度假村，嗯，你知唔知？你是不是之前講過俾我聽啊？係啊，好靚，好靚，好靚。係邊個開嘅話？是我一个在花都搞房地产的 friend 开的。哦就是这个麗世度假村。是啊是啊。啊边、啊啊哦啊、个边个边个开完咩会都去住了几日㗎。哦是啊。真是更啊。是啊好劲啊好靓。好靓好靓啊。好靓好靓。有机会、有机会大家都可以去去。可以。这个 friend 话石峰开。峰你又识石峰㗎。是啦、啊、就是石峰开㗎嘛。是是啊花都有一个 friend 㗎嘛。嗯。嗯系咁啊！呢、這个 friend 话收成正果，热烈欢迎嘅活动几时翻嚟啊？我哋都想啊！但我哋一想一筹备嘅时候咧，就落雨啦，系嘛？系啦，咁啊，我哋趁过埋呢段时间啦，吓咁啊，我哋二十周年之际吓，系、其实都希望咧，做多啲活动咧，同啲 friend 玩嘅。系冇错啦，咁啊，阿峰话不过咧就好贵，唉，咁啊靓啊嘛，咁呢啲嘢系咪先？女仔靓啊，咁你都使多啲钱噶啦。系啦，靓，自不然系咁噶啦。系阳光灿烂啊 ，Hugo 啊！法國波爾多乾紅適合女生飲嗎咁啊？我覺得任何嘅酒類都適合女生飲嘅，冇分男女，係啊，冇分男女，冇性別之分，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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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係咁啊，好咁啊，係咁啊，呢、這個 friend 話第咩話啊？呢、這個 friend 話。之前嗰個第一個翻一日工，第二個翻兩日工啊嘛，佢第三個翻三日工，你哋要睇定啲，聽日佢翻唔翻啦？聽日一個關口啊，過咗呢關啊，過呢關點啦？順利曬真係，唉，真係啊！阿傑話咁多年你哋嘅聲線都冇變啊，仲係咁熟悉咁啊，歡迎你嘅回歸嚇、歡迎你，歡迎你。你係聽話小程序度唔讀嘅讀，微信都度讀嘅。啊，我哋都係小程序直播啦，抖音直播啦，微博直播嘅，跟住落嚟系一些好福利时间，节目下载专属福利，莱士迪斯牡蛎浓缩片福利价，牡蛎片专门为男士调养身体，提高精力，正品嘅全网最低价，坚持调养，成个男人翻晒嚟啊！即刻上 Q 摩购买啦！好咁啊，手上咧又揸住呢封嘅 email 啦，即系头先我讲封系嘛？哦，仲可以變嘅其實。啊，你嘅人咁嘅你想唔想我再換一封咧？唔好換啦。咁、你冇咁多嘢講、啊。真係啊！唉、真係啊！好咁啊，親愛的雙低，你哋好啊！按照國際慣例咧，肯定要先讚讚兩位啦。Hugo 咧，由於啊二三月南方潮濕嘅天氣中一股乾爽嘅北風。犀利獨到嘅見解咧，時常為深陷黏黏混沌嘅人咧，深陷黏黏混沌中嘅人咧，帶嚟絲絲嘅清爽，啊，係嘛？而阿志叔咧，就猶如深夜落班時，途經嗰條寂靜小巷中永不熄滅的路燈，看似平常。卻總有一種淡淡的安全感。哎呀，啊，嗯，幾好幾好幾好啊！係啊，
千言萬語呢都似乎不足以表達我內心對兩位嘅讚美之情啊，所以一切盡在不言中 ，friend 嚟噶嘛，你哋明嘅。嗯，阿志系明灯，大家都知道。OK OK， 就以深夜明灯添嘛，温暖啊，你真系啊，温暖，温暖每一个、啊、夜归人啊，真系、啊，每一个夜长落班的女子，灯光都赶路人啊，星光啊，你真系、啊，温暖住每一位夜长落班的女子，你咁样讲我哋 friend 真系。我系 friend， 根本唔系做呢个职业。唉，咁样啊，好啦，自我介绍一下先，我叫小曼，高中开始咧就成为低迷啦，从懵懂嘅少女咧变成人妻人母。虽然咧与两位咧素未谋面，但两位咧却喺我生命中，却系我生命中咧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嗯，而且两位仲系我同我老公嘅媒人啊。因为呢我哋喺 LoveQ 嘅论坛入边识嘅，由于呢深受两位嘅教导啊，我嘅感情道路呢尚算顺利，总共呢拍过三次拖，一次喺高中啦，一次喺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啦，最后一次呢就係同我老公啦，咁啊。OK， 哇你非常哇。是不是高考文科状高考语文状元写的喵这个 friend 都说语文水平20级的嘛。啊 ,OK, 写得 OK。是这样啊我样子普通啦工作普通啦家境普通啦学历普通啦。可能唯一比较自豪的呢就是我的上围啦。我身高158cm 啊，体重咧52kg 啊，微胖啦咁啊，未生 BB 前咧，我已经系 D 级啦。生完之后咧，上围不但冇缩水，仲去到依家，嗯，哇，一直到依家啫，系嘛，一直到依家啦，真系可以可以，知啊，啊，身材好系嘛，系系啊，系啦，咁但系佢头先所讲述同我哋普通人都一样啊，嗯，个普通人都系咁，系冇错啦，而且咧冇明显下垂啊。嗯，呢一句真犀利啊！咩本来我想读埋你又咩冇普通人，咩普通人咩普通人，你有冇啊？普通人依家 ，OK， 依家依家呢个比较哇，其实这样多少女性羡慕不已。系、哎、咁啊，嗯哼，学我闺蜜话斋啊，可能我上世做过好事啦，吓、啊。可唔可以即係详解下你上世做过咩好事？我相信好多女生呢一世都搏命做好事啊呢件。啊分享俾啲 fan 啊。呢个 fan 依家几好啊。几好啊几好啊。唉咁啊。啊不过呢我一向呢都冇乜物欲啊。明白呢知足常乐平凡是福嘅道理。所以我一直呢都觉得自己好幸福。冇咩压力亦冇太多嘅烦恼。直到去年年尾。发生咗一件咧令我无法解决嘅问题吓、哎，所以咧祈求双低同埋各位 friend 帮手谂下计，小女子咧万分感激咁样啊！旧年年尾发生件事，嗯、自己解决唔到，嗯，咩事呢系啦，主角嘅故事嘅主角咧唔多，只有我同埋 L 先生。L 先生咧系我嘅前男友，亦即系我大学毕业出嚟参加第一份工作嗰时嘅同事。L 咧比我细4岁啊，哦，嗰时同佢拍拖、嗯、都拍过拖噶咯吓，身高咧187cm 系嘛，187吓、嗯，身材咧偏瘦吓，当时咧我喺公司已经做咗3年多啦，而佢咧系嚟我公司嘅实习生，仲记得咧当时佢成面都系痘痘，一睇咧就系青涩嘅学生哥吓、嗯，我哋唔同部门噶，但我嘅工作咧同佢有好多交集。而佢亦成長得好快，短短半年嘅時間咧，已經喺業務方面咧獲得好突出嘅成績。老闆都有意思俾個新嘅項目佢負責，佢亦非常上進、嗯。可能我哋接觸比較多啦，慢慢雙方咧都開始嚟感覺啦。佢開始咧有意無意咁樣讓我放工出街啦，而我本身咧比較排斥姊弟戀嘅，因為我覺得自己咧都因为我觉得自己一直咧都比较幼稚啊，希望有一个成熟嘅大叔男朋友咧可以照顾我咁样啊，本身系排斥嘅，但系交往之下咧，你慢慢有咗感觉吓，系咁啊，系令我意想不到嘅咧，系佢年龄咧比我细，但系咧各方面嘅表现咧
都好細心喎、啊，佢好識得照顧我喎、啊。OK， 例如啊，佢知道我幾時 M 啦，會識得幫我準備 M 巾同埋紅糖姜茶，知道我唔食葱，每一次食飯嘅時候咧都要提醒啊，嗰、那個店家唔好落葱。喺工作上咧，仲會用好委婉嘅方式咧嚟提點我啊！哇，工作咗三年啦，佢仲可以提點到你，真係啊，真係幾叻仔喎！呢、這個男生優秀啊！系，仲要咧试过喺情人节啊，专登送咗99枝花俾我，满足我少少嘅虚荣心。总之咧就系少少霸道得嚟咧，又细心，完全满足到当时嘅我啊。只系子弟恋嘅问题咧，一直都过唔到我心理嗰关，直至喺公司年会之后。诶、这个年会，有啲嘢发生咗吓、啊，点样咧？呢、这个年会。当晚公司年会，大家都饮咗少少酒。不过咧，临时有工作嘅事咧，佢需要翻公司咧攞一份嘅文件。而份文件嘅保险柜锁匙咧就系、是、我保管嘅。哦，哇，咁女生翻去攞系啦，嗬？系咁啊。根据公司嘅制度啊，保管柜嘅锁匙咧，必须要我更新，唔可以交俾其他同事。啊、所以我只能够同佢提前离开年会，就翻公司、啊、一齐去攞嗰份嘢。嗯哼，咁啊，系咁啊，翻到公司啊，攞咗文件，好顺利咁样完成咗工作啦。我睇時間上早，就提議話，不如再翻去參加年會咯、應該趕得切抽獎贏獎品㗎。係咯，我趕起碼趕得切個大獎壓軸㗎嘛，嗬、冇錯啦。呢、這個時候咧 ，L 突然間將我推到辦公台邊，細細聲咁喺我耳仔邊講：你就係我最大嘅獎品，仲使乜翻去抽獎啊？哇哦！哎可能是酒精的催化作用啦。我哋两个情不自禁咁样开始拥吻，佢只手咧亦好唔老实咁喺我身上游走。我细声咁样拒绝佢，似乎更加能够挑动佢嘅神经啊！佢一嘢就揽起我，冲入咗会议室，将我摆喺会议台上边。漆黑安静嘅会议室，只系。聽得到我哋兩個嘅喘氣聲，哇！哇！哇！係啦，大家我相信啦嚇，海當中都有過一幕啦，咁啱年會全部喺曬出邊，所有同事嗬，係啊，哇！真係啊！啊！即係當時有冇諗過會議室有冇裝監控嘅咧？係啊，有冇攝像頭咧？好多好多 friend 都好醒目咁樣提醒啦，攝像頭啊！唉，咁啊，好咁啊。雖然咧，我哋兩個都唔係第一次啊，不過佢熟練嘅技巧咧，真係令我刮目相看啊！哇！而家真係讀大學啫，即係可能呢啲係必修課嚟㗎嘛？係啦，啱啱畢業實習生啫嘛。唉，咁啊，呢個 friend 會議室一般係冇嘅，啊，冇攝像頭嘅。呢、這個 friend 我大多數都有嘅。係啦，咁送邊個好咧？嗱，你哋電視台個會議室有冇嘅？即係當然有好多會議室啊，出咗事先知係嘛？嗱，我哋公司嘅会议室系冇嘅，知系啊？电视台好似真系冇啊，即系大好大会议室肯定会有啦。啊，一般会议室真系冇，反而咧走廊啊咩都会有。啊，办公室都冇装嘅，系嘛？办公室同会议室应该都冇装，装咗你唔知啫系嘛？亦都你未够高层啫，可能系啊，可能系、啊。我只系睇到走廊嗰啲，有层级低嗰啲可以睇到走廊，睇到啲大嘅，唔系抹手层级再低，走廊都睇唔到啊！自己安慰自己。你听日翻工问下嗰啲新嚟嘅，新嚟，你咁可能真系睇唔到，因人而异啊，因人而异，因人而异。佢哋可能就见到大门口嗰个咧、啊，有个即系嗰啲电饭煲咁大嗰啲噶嘛，会、啊、有嗰啲、啊、可能层级低嗰啲，净系睇到嗰啲嘅，你知唔知啊？可能系啊，啊唔同嘅人睇到唔同嘅摄像头啦吓，唉犀利啊，咁咯、啊，嗯。系咁啊，系咁啊，虽然咧，即系啊，佢熟练嘅技巧令我刮目相看啊。虽然我哋两个都唔系第一次啦，咁啊，我就好似咧，哇，
真係攞命啊！點？我就好似變成一條穿梭於雲層嘅魚，滑過一波又一波溫潤嘅雲朵，終於到達雲端。哇！文科狀元又嚟啦！文科狀元又嚟啦！我就好似變成一條穿梭於雲層嘅魚，滑過一波又一波輕柔溫潤嘅雲朵，終於呢到達咗雲端。嗯，我承認真係第一次呢深深地感受到煲臘味飯嘅美好啊。哦，嗯，咁咯，係咁啊，犀利犀利。嗯，啊喺呢度呢我不得不講下阿 L 嘅 size 呢同埋持久度呢真係勁啊。係咪每一下都可以直擊靈魂嘅深處，每一次呢都可以持續30分鐘。簡直是人間種馬，咩咩啊！真係好文采啦，完全唔使倒轉地球同埋牛仔很忙，你咪好有畫面感，哇！真係浪漫啊！哇！唔知法國有作家叫大種馬、小種馬啦，唉，攞命攞命攞命啊！真係。嗯不得了不得了啊。哎咁啊。好咁啊。自从嗰晚之后呢我就正式成为咗 L 个女朋友。啊尽管呢公司冇规定呢唔可以发展呢办公室恋情啊。不过呢我哋呢仲係保持低调。虽然呢偶尔我会着短裙唔着内裤故意引喺佢面前弯腰。又或者呢着住厚外套入边唔着内衣喺冇人嘅时间呢拉开拉链。咁啊。嗯，每次咧佢都会闹我唔可以做啲咁危险嘅事啊，但系一落班就会拉我去开房，既满足又疲惫。可能咧我就系嗰块咧被耕坏嘅田。L 为咗我唔使咁攰咧，总会意犹未尽咁样收场。嗯、哇！喺玩得真係有啲大喎、啊，係咯係咯，哇！相反公司都搞啲咁刺激嘅嘢，唉，真係啊，係、哇！真係、啊，你咁樣挑逗法，嗰個男主點辦啊？唔得唔得唔得，真係唔得，著翻件衫我要，因為哇！突然間冇咗睡衣，突然間得了，你突然間冇咗睡衣係嘛？冇睡衣，即係唔該暫停啦，不如講一講財經。我本来想讲啊，你个个都话唔明点啊，系咪先？好，开始啦，开始啦，嚟啊嚟啊咧！你唔怕人哋喺楼下伏你揼你，你又讲下字，你够胆？因为佢唔系有老公咩？呢、這个唔系嘅，呢、這个讲之前系讲紧咧，同前男友呢、啊這个 L 咧系佢嘅，系我哋呢位女生嘅呢个前男友。系呢个讲紧佢，亦系佢嘅第二段嘅恋情。讲紧佢之前嘅认识。同埋過程，嗯，唉，咁啊，呢個 friend 話頂住壓力，阿志你繼續講財經啊，唉，阿志嚟啊嚟啊嚟啊，財經啊財經啊財經啦，算啦算啦，唉，真係，大家有咩財經問題問啊？不如講下我減肥嘅事啊！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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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話你，哇你一啲都唔關心你減肥咯。唉，呢個 friend 話嗱，我去洗手間，相低等埋我啊！唉、嗯，趁你洗手間就開始啦。啊，呢個 friend 我老公都可以。哇 ，OK OK OK OK， 咧曬下有幾多男朋友老公可以嘅？哇，犀利犀利啊！嗯呢、這個 friend 話，不如講翻啱啱個飛機嗰度咩回事啊？係咯，但係個問題又冇 friend 可以幫我哋解答得到。好啦，嗰段時間啊，我哋雙方都過得非常之身心愉悅咁啊。嗯，大概一年之後咧，我屋企要搬屋，我亦都想轉換下工作環境，打算辭職。當時年紀都唔細㗎啦。父母咧就催我快啲揾个夹嘅人咧，合适嘅人咧结婚咁啊！因为咧我同阿 L 拍拖咧，我父母系唔知嘅。L 曾经咧明确表示过，希望咧我俾六年嘅时间佢，等事业稳定之后咧，佢就会同我结婚。嗯，我谂下，六年后咧我都30几岁咯，边个会知道六年之后会点咧吓？种种嘅原因，或者咧出于我对自己嘅唔自信啦。最后呢我都系决定呢同佢分手。Oh. 分手嗰日佢企喺江边喊咗好耐。
我心都碎咗啦。我感觉我自己就好似伤害咗一个小朋友咁样啊。嗯，喂，其实听佢所讲，两个人相处得咁好啦，可能就系因为年龄嘅原因啦。佢本身大佢四岁，嗯，再等佢六年嘅话，就变咗大十岁噶啦嘛，系咪先？条数真系咁计，咁咯噃，好啦，唔怪得要分手啦，系啊，咁样你拣咗未啊你？好啦好啦好啦，真系哦啊！喂，其实都如果结婚，其实两个人咁夹啊，结婚先啦，嗯，系咯，系咯，即系呢样嘢点解会？当然男生可能好有佢本身嘅计划喺度啦，系咁啊！呢个 friend 话种马都会遇到咁嘅事啊，咁我就放心，个心即刻好过好多啊！呢个 friend 话种马都要喊，唉，真系无奈啦。唉，真系啊！好啦，咁啊，离开咗佢，我离开咗原来嘅公司，我好快咧就揾咗新嘅工作，认识咗咧依家嘅老公。拍拖年几之后咧，我哋咧就结婚啦。嗯，冇几耐就有咗 B B。啊，因为呢个老公一定系奔住结婚去噶啦。之前嗰话等得太耐吓，呢个直接就结婚噶啦。系咁啊。啊，有埋 B B 啦，咁啊。系啦，咁啊。虽然咧我同 L 一直咧都冇联系啊，不过咧我哋两个咧都冇删微信，依然咧可以从朋友圈咧得知佢嘅近况，知道咧后来佢同女朋友意外怀孕而结咗婚。哦，当时佢心谂早知自己用呢招啦。系啦，咁啊咁啊唔可以咁嘅，你已经结咗婚啦嘛，有老公啦嘛，先吓，咁样啊，直到啊旧年大概八九月份啦。我工作嘅公司咧，需要短时间内揾到一个新嘅供应商，而呢个任务咧就落到我嘅身上啦。哇！喺呢方面咧毫无头绪嘅我咧，忽然间谂起 L 呢方面咧有资源，哦，于是咧我就硬住头皮咧就联系 L 啦，亦好感恩多得 L 帮助。我好顺利咁样完成咗呢项任务。啊，真系揾到咗呢个新嘅供应商嘅。嗯哼。啊哈。系啦，嗰段时间咧，我哋咧频繁咁样联系。阿 L 咧比以前咧更加成熟老练啊，职位同收入都唔错。除咗公事咧，我哋两个都会倾下家庭嘅。嗯。得知佢太太生完 B B 之后咧，就完全拒绝同佢亲近啊，全身心咁样投入到 B B 身上。哇，你觉得一个男嘅？即係無啦啦，因為工作嘅問題，會唔會同一個女生傾呢件事嘅？嗯哼，係咪先？即係我生完 B B 之後咧，我老婆掂都唔俾我掂啊，咁樣。哦，但係人哋之前兩個交往過前男友前女友喎、啊。即係講呢啲可能又會唔會好似都可能會講下各自家庭？嗯啊哈！但係講各自家庭又講個細路仔點啊？最近有冇發燒感冒啊？而家甲流好緊要啊！落魚病毒啊，小心啲啊！有咩幼兒園啊？點點點邊間啊？咁等等嚇，係啊，即係唔使去到咁講咁深入嘅嘢。係啊，家事我成日覺得家事同房事係兩件事嚟噶嘛，係咪先嚇？係嘛？係嘛？嚇！即係唔可以混淆噶嘛？你可以同朋友講家事，但你唔可以講房事噶嘛？啱唔啱啊？哦，嗯。但佢都向呢個女生透露咗一個咁嘅訊息，即係可能兩個你覺得佢係有意透露呢個訊息？我覺得即係至少係唔自然啦，係咪先？啊，起碼聽起身唔舒服啦，嚇、啊啊啊，即係動機不純啦，係、有呢個訊息嘅透露啊，係咁啊，嗯，佢話佢太太細過七年啊，好似咧好好似細路仔咁嘅，佢話咧佢仲係覺得姐姐比較吸引人。哦，此话一说嗬，啊，已经有 friend 更加咩啦，已经有 friend 举晒手啦吓，嗯，唉，白玉京话出轨，出轨，呢个 friend 好明显男嘅想煲饭啦，咁样摆到明啦，咁样样，我呢个 friend 唉又准备有绿化带啦。绿化带，呢个 friend 好明显，即系男生好明显系暗示啦。系，听起身呢句话都不对劲咁。系啊，不对劲。系啦，系啦，系啦。唉，呢个 friend 话，唉，一样嘅。边个话好马唔食回头草咧？我唔信，因为我都做唔到啊嘛。咁啊，咁咯噃。嗯，唉，好啦。跟住落嚟系一些好福利时间，节目下载专属福利，莱士迪斯牡蛎浓缩片福利价，牡蛎片专门为男士调养身体，提高精灵，正品嘅全网最低价，坚持调养，成个男人翻晒嚟啊！即刻上 Q 摩购买啦！
啊，跟住啊，跟住嚟呢封烟啊，男人开始嗰阵咧，我都同自己讲，男人嘅说话咧，你唔好谂太多，嗯，系咪啊？系啦，不过咧，可能 L 啊，只系压垮骆驼嘅最后一根稻草啩，咁样，喂，咁样吓，咁咯，可能系我到咗如狼似虎嘅年纪啊，呢一两年咧，自己嘅衰索咧大咗好多。而老公咧根本滿足唔到我啊，甚至經常以工作多為藉口咧分房瞓，而我內心壓抑嘅慾望咧越積越多，終於俾阿 L 擊破。哎呀，咁、啊、樣樣，其實會唔會係即係雙方喺嘅即係私下傾偈當中咧、嗯、其實互相都有呢啲信息嘅透露啦，令到男生都覺得，誒、欸、會唔會咁咧咁樣，所以先放出啲試探嘅暗示。係係咁啊 ，L 咧知道啊，我學緊品紅酒咁啊，佢話佢揾到支唔錯嘅酒，打算咧俾我試一試。咁呢支唔錯酒係咪我哋網上買㗎？如果唔係嘅，拒絕佢。嗯，係啦，佢約我去佢同朋友合夥搞嘅民宿度試酒。哇！我知啊，即係都係時間地點安排好曬啊！哇，即係搞間民宿啦，不如你啊，搞間民宿啊，係啊，哇，咁嘅嗬，係啊，哇，啲理由真係充分成咁啊，係啊，我個 friend 第日佢同我 friend 開咗間民宿，係啊，係嘛，喺度試酒，係咯係咯，係咪先？你又學緊葡萄酒，係啊，哇，啱喎，一拍即合，嗯，我話你啊，我係啊，第日分分鐘要人收埋錢添，俾錢啊，喂，大佬，咁咯，我係增值服務，你話嚇，哎呀。錢就係要俾嘅，嚇！唔好以為你咩玉樹臨風啊，就唔使俾錢。咁啦，唉，呢個咩啊？唉，大眾馬已經劇透咗後面嘅情節啦、嗯，絕對有飯煲咁喎。唉，咁啊、嗯，一入到民宿啊，我就有啲呆住咗。民宿嘅裝修風格啊，係以前咧佢同我講過，我最啊係以前啊我同佢講過我最中意嘅風格。哦，連玄關嘅擺設啊！都是我講過要的造型，喂，我不敢多想啊，扮到咩都冇發現，走過三巡，意識咧開始遊離了。阿 L 用手指撥動我額前的髮絲，好温柔咁講：小曼，你仲係好似以前咁令我上癮。哎呀，嘅感覺嚟啦。嗯，跟住。佢輕輕咁樣咬咗一啖我嘅耳珠，感受到佢呼吸嘅氣息微微噴喺我嘅後頸。佢話：我好想要你，俾我好唔好？嗯嗯，女主嘅文學修養又嚟啦，係嘛、嗯？我嘅慾望戰勝咗僅餘嘅理智，積壓許久嘅慾火瞬間爆發。我哋開始瘋狂咁樣煲臘味飯，喺客廳、喺浴缸、喺露台。L 的技巧咧，比以前更加之好，而且佢仲記得我身體每一個敏感嘅地帶，好似好耐都冇試過咁滿足啦。不過滿足之後咧，係深深嘅自責。望住隔離熟睡嘅 L， 我好狼狽咁樣著好衫離開咗呢間民宿。嗯，即係嗱一聲翻咗屋企嘅。嗯。呢個飛行我要收拾音量，好驚俾啲租客聽到。哎、知你有屋租出租啦，主要係曬呢樣嘢啫，主要曬呢樣嘢。嗯，哦，係咁啊。唉，我拉黑咗所有 L 嘅聯繫方式。哦，我好驚我自己會把持不住一錯再錯。過咗幾日，阿 L 喺我公司樓下等我放工，不停咁樣同我講對唔住。問我可唔可以唔可以誒？問我可唔可以唔好咁樣對佢？嗯，然後咧拉咗我上車，一直揸到去江邊，當年分手嘅地點。佢問我仲記唔記得呢度啊？我哋喺嗰度傾咗好耐。阿 L 應承以後我哋咧維持翻朋友嘅關係，只係求我唔好唔睬佢。嗯，啊，即系唔好拉黑佢啦，继续做翻呢个普通朋友，系做翻普通朋友啦，咁样吓，嗯，唉，咁啊，人哋揸车揸到江边，啲 friend 又已经谂紧其他嘢，真系，唉，但系呢个男生嘅地点其实即系都好有计划噶，分手，系，我加翻咗 L 嘅微信啊，
其实当时我就知道我哋绝对冇可能只係普通嘅朋友、啊、只係我低估咗自己对 L 身体嘅迷恋程度、哎、L 同我本来就唔止肉体关系，多多少少係有啲感情基础嘅，如此身心嘅联系令我越发对呢种关系上瘾，可能係出于刺激，可能係出于感情，或者可能係出于满足。 L 令我越嚟越割舍不下啊、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我有姓 X 又名 X 人、啊、是不是应该看看心理医生呢这样。唉，一家翻又禮啊，真的。唉，嗯，点解呢是。啊，这个 friend 15年的新粉丝一来就听到南美饭真是有我心的啫。嗯、你真的。快买嘢、啊、我斋听平话方购物车点击去买嘢。唉，真系攞命，真系攞命啊！哇，咁样样啊，嗯、加翻真系唔系普通朋友咁简单。系啊，系啊，我同阿 L 讲过，我哋要即刻停止呢种关系，咁样会伤害到两个家庭。阿 L 问我：我哋一齐唔通唔开心咩？开心，我承认。嗯，但系咁样唔啱噶嘛？唔通开心就可以为所欲为嘅咩？佢叫我唔好谂咁多。我哋嘅家庭咧可以一直咁样维持现状，系唔会伤害到大家，唔会伤害到大家嘅。只系当我哋想见面嘅时候就出嚟，一直咁样落去唔好咩？诶，男方又提出一个咁嘅方案喎、嗯，即系继续呢个暗度陈仓嘅咁啊，嗯，哎呀。系咁啊！啊，呢个 friend 男主系咪叫阿 Ben？ 个、嗯、字头都唔同啊！阿 L 啊，系啊，嗯，哎呀，相低啊！我依家真系好纠结啊！我唔知道要如何处理而家嘅情况。我知道我要离开 L， 但系我身体空虚嘅时候咧，啊，但系喺我身体空虚嘅时候咧，总系会不由自主咁样去揾阿 L。我真係呢唔知点样行落去啦。我同我老公嘅感情呢其实唔错㗎。我唔想搞散个家。想向两位请教啊，想两位搞教我应该点做。最后呢祝节目越做越好，双成大卖，撑你哋到80岁。嗯。其实呢个问题会唔会都觉得係白问㗎啦。我諗係仲後一詞㗎啦，嗯，啊，當然佢就講咗自己一個身體上嘅呢個需求啦，嗯，其實佢話齋屋企嘅關係應該仲係幾好嘅，嗯，老公對佢好，亦都係佢自己承認嘅，係，啊，咁啊有埋小朋友啦，嗯，咁就係呢個身體上，嗯，冇辦法，點樣解決咧、啊？阿志，係啊，係咪先？係啊，係啊，係啦、啊，冇、辦法啦嘛，咁如果係即係係嘛，即係呢、這個。两位一体合一咁梗係好啦。咁好啦係啦咁。但问题而家要分开。係啊。咁、佢问我哋个答案肯定即係我啦唔知你啦。你讲。我答案肯定係唔好啦呢件事係咪先。两个家庭。係。会唔会、即係总有呢、这个係咪东窗事发嗰一刻咁点办呢嗯。真係冚得实嘅咩唔知啊。係咯、啊。我哋所有 friend, 我哋所有 friend 啊。系啦，咁啊，咁咧就可以咧谂谂计嘅，谂谂计嘅，有咩办法啊？系咪先？因为事实上两个人都有侥幸心理，身系啊，觉得我两个呢件事咧可以揞住嘅，嗯，各自嘅家庭系唔知嘅，系咁样几好啊！我哋两个人系嘛，系、咁有呢个侥幸心理啫，嗯，咁但系系咪真系揞得实咧？嗬，嗯，我觉得好牙烟，好牙烟，呢样嘢系咁啦，系啊，呢个 friend 话如果咁样落去。好就好快就會到咗意外懷孕，就會再寫喵上嚟㗎喇喎。會唔會到嗰一步呢咁樣喎。哎呀真係啊。嗯。哎当然相信佢哋嘅安全措施肯定會做足嘅啊。係咁啊。咁啊呢、這個 friend 話不如捉佢老公睇醫生啦咁啊。咁喂佢老公又唔係話即係我哋嘅女主嘅先生啊。咁又唔係話唔得係咪先。係。佢、只不過佢係正常嗰種嚟㗎。
係嘛？我唔知啊。咁你只不過我唔知你講嘅正常同我理解嘅正常係咪？你只不過係咩想講？佢唔係唔得，只不過咩？佢只不過可能即係佢只不過可能佢慾念冇咁勁啫嘛，係咪先？咁可能我哋個女主佢自己都甚至乎懷疑佢自己有呢、這個有呢個癮啊。係啊，有呢個癮喺度啊嘛，自己諗下好唔好睇醫生咧？咁樣係咪？即係兩個人嘅慾望咧。啱啱係唔係太匹配嘅，唔係匹配嘅，係啊嚇啊，咁所以聽下肉體都出咗軌啦，精神出軌就唔遠噶啦。唔係佢哋兩個其實拍過拖嘅，嗯，咁所以咧兩個人咧其實係有之間係有愛意嘅，佢唔係話純粹純粹身體啊，而且又唔係話因為咩唔好嘅原因分手，嗯，只不過一個年齡嘅差別啦，一個驚一個想早啲結婚啦咁樣，係呢個原因嘅，係咯係咯咁啊，咁啊所以咧，我覺得即係話其實你話兩全其美咧，呢個世界邊有啲咁嘅好事啊？係咪先嚇？咁啊！但系咧，唔兩全其美嘅時候咧，真係咧要選擇一頭啦。選擇一頭，所有人傻都知道，肯定回歸家庭啦，斷絕關係啦。係啦，我相信佢都唔一定話，我想可能都問過下自己啲閨蜜啦嚇。啊，我諗啊，我諗呢件完全唔講嘅。我諗呢件事啊，淨係問我哋嘅啫，係咪先？都啱，都啱。哇，閨蜜喎，今日嘅閨蜜，聽日可能就仇人，係咪先？反曬面，同你爆曬響口，咁點啊？啊，唔信得過噶，真係啊！信我哋咧，就呢個世界真係最信得過嘅朋友啦，因為三唔識七。呢個 friend 應該以不變應萬變，佢不變就意思一路持續咁樣嘅關係。等佢，等佢爆，等佢爆。啊哈，啊哈，咁樣樣咯。係啊，呢個阿傑都咁講喎。佢話係見光死嘅感情啊，只要有光，即刻清醒曬。即係唔爆係永遠都清醒唔到嘅。係。啊。啊！我都覺得嗱，呢個 friend 建議中午啦，啊煲飯啊，因為早晚會出事啊。係咁啊！啊呢、這個 friend 話其實都唔係好大問題嘅，還掂個老公都以種種理由拒絕同佢咩啦。係咪先？啊，佢都佢嘅喵入邊嘅意思就唔係話唔咩嘅嚇，只不過係真係唔匹配。而個女。如果個男仔嘅老婆就真係唔騷佢，嗱呢樣嘢啊真係唔知嘅，係個男嘅一家之言啫，唔知人哋講嘅説話你又不能夠盡信。但係咧至少咧我哋嘅 friend 咧，佢先生咧就暫時咧就係咁樣嘅，啊佢先生其實係有身體接觸嘅，係唔係話完全唔接觸係咪先？係啦，但係即係佢老公已經分房瞓咯，係啊根本滿足唔到，經常以工作多為藉口分房瞓。所以個老公已經走咗啦，驚噶啦已經，係啊。咁呢個時候有另一個男嘅幫下手，咁其實都會唔會幾感激嘅咧嚇？可能佢就諗法就同你嘅諗法一樣啦，寫咩嚟嘅諗住。你係 friend 話咁嘅狀況，送根杞子去俾佢補啊！你係 friend 話咁嘅狀況好難回歸家庭啦吧？咁樣樣，哦，係，呢個 friend 話男嗰個目的性好明顯係好強啦，佢先咁樣講咁樣。係咁啊，唔係即係坦白講咧，個即係 L 先生咧，我唔好講男嘅男噶啦，咁肉酸啊。L 先生咧，其實佢講嘅係咪事實咧？我哋又唔知啦嚇，咁都有可能係事實嘅。即係佢太太就一門心思伏咗喺 B B 度啦，咁啊係嘛啊？咁呢個可能都係事實，而且好多人即係有咗 B B 之後咧，啱啱開始嗰段時間真係咁樣噶，即係小朋友可能即係一歲。之前啊，或者甚至乎再耐啲咧，好多人屋企都系咁噶，太太就負責湊小朋友，老公連房都入唔到噶嘛，係咪先？啊，呢個咧亦係有可能嘅，我覺得係啦。呢個 friend 話：我從我有記憶開始，我爸爸媽媽就一路都分房瞓嘅，我並唔覺得有咩慾望係可以戰勝道德嘅。啱，係啦。啊，咁啊，咁其實咧，道德咧亦係我哋一個其實點解啊？中國歷史咁多中國歷史啊，一直咧，譬如話啲皇帝啊，都要揾一個思想一個道德標準啊嘛。咁啊，所以咧就立咗孔子做萬世師表啊嘛，係咪先啊？就係呢個儒家嘅呢、這個。用儒家嘅思想咧嚟令到我哋知道咩嘢咧係儒家嘅思想嚟判斷咩嘢係啱咩嘢唔啱噶嘛嚇、甚至乎咧到咗後尾咩宋朝啊，仲出咗個朱熹出嚟啊，朱熹仲出咗個咩理學啊嘛，嗰、那個咧就衰到冇人有噶嘛嗰條友啊，反正都係啊，即係。
統一大家嘅思想啊，標準啊，所謂禮義廉恥啊嘛，咁樣啊，咁其實道理上嚟講咧，如果用天性嘅角度嚟講啊。如果從天性嘅角度嚟講，咁我覺得即係話，如果個男嘅，即係你 L 先生去幫到下佢老公咁啊，解決咗個太太嘅問題咁啊，而呢個太太咧又知道自己同老公嘅感情其實幾好嘅，又知道家庭嘅對於佢嚟講係重要嘅嚇，佢心仲係家庭嘅，係啊係，咁其實而家嚟講啊，咁其實呢件事咧，都唔係話咁不堪啊。是咩？嗱，如果你解开儒家嘅束缚，系咪先？嗯，系嘛？你解开呢个咩朱熹啊啲理学嘅束缚，系咪先？你撇开晒呢啲所有嘢，我哋就系以事论事。嗯哼，啱唔啱啊？哦，呢个 friend 一定要用法家嘅手段。用佛学忍，女主老公，我多谢你啊！点解得开先得噶？真系，唉，真系啊，系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咧就话，嗱，呢啲啱啱我讲嘅嘢咧，并唔代表话我赞成佢哋嘅关系咁样嘅啊。只不过咧，我同你讲，呢、这个 L 君系你生命中好难摆脱嘅痛，因为你哋又互相揾得到，系咪先？佢话揾到你，你又揾到佢，系咪？咁啊，然之后咧就呢、这个，然之后咧就系、是、你都尝试过拉黑佢啦，系啦，但即系其实嗰一次之后拉黑咗，系啊，系 啊，但系后屘自己嘅身体又唔允许，又好地地啦，吓、自己嘅身体唔允许、所以呢个问题咧，其实咧解铃还需系铃人。要解开自己嘅呢个心结心魔啊，又唔可以讲魔嘅一字系嘛啊，心结啦，心瘾咁佢啲欲火啊咁喷薄去边度咧？一字就唔使焚身啦，系啊，系咪先？咁你又帮唔到手啊？系咪先？无能为力，无能为力。你帮手都系另外一个欧军啫，无能为力，于事无补，系啦。所以咧，真系要首先要解决自己嘅问题咯。首先要解決自己嘅問題，即係當你嘅身體裏邊啊，大小周天啊，咁啊，陰陽平衡啊，呢個任督二脈啊，打通曬之後啊，自己舒服啦，就唔會令到自己嘅理智咧被身體所主導。嗯、哼所以咧呢樣嘢係一定要揾一個解決嘅辦法，啱唔啱啊？啱唔啱啊？字？系、啊，人哋写 mail 嚟就系想揾个解决办法啊嘛，点会唔啱咧？系啊，系咪先？所以咧，其实咧就真系真系要谂呢啲办法咯，谂呢啲办法咯，即系譬如话先生，即系，唉，呢个讲下又讲到去第二度啦，咁又惊，即系啊，譬如讲，嗱，我讲一个我识得嘅老板嘅故事啊，好啊，好啊，啊 ，OK， 系，听下先，嗯。啊，咁咧就我识个老板啊，咁啊点样叫老板咧？因为佢真系上咗年纪啊，七十几岁啊，所以真系个老字啊，主要讲呢方面。咁咧个太太咧就我唔知系离婚定系即系因为咩事啦，反正咧就佢单身嘅，系咁啊啲仔女啊孙都大都有孙噶啦，仔女好大啦，咁啊咁啊一个人咧就即系有时可能觉得寂寞啦吓，咁一个唔觉意咧。就認識咗一個咧，廿零歲嘅女仔，咁樣啊，咁當然老闆嘅魅力咧就係、是、少女沒法擋噶啦，好多時啊，咁啊兩個咧真係咧就在一起，在一起 ，OK， 咁樣，但系咧仲未曾結婚，係，咁咧就早排咧佢同我講，佢話啊唔係早排 ，sorry 啊，早兩年，早兩年哇，而家真係時光飛逝，有三年都發咗個夢咁啊。早兩年咧，同我講嘅 Hugo 啊，我有啲想結婚咁啊，我話哇，喺我話你何出此言咧咁啊，咁樣咁佢話咧，即係佢話女朋友都同咗我兩三年啦，
咁啊點都要俾翻個名分俾佢啊，咁啊，係啊，咁我話你名分啲嘢可唔可以用物質嚟代替啊？咁啊，因為你而家又結婚咁樣，你又有小朋友、孫啊，咁係咪啊？你個仔女都大咁樣，即係有啲有啲關係上比較難處理。係，我話你拍下拖咁，可能仔女又冇乜意見，都唔係點理啦。係咁啊，但係如果講到結婚咧，會唔會有牽涉其他問題啊？特別你咁有錢係咪先啊？有錢係問題多㗎啦，係咪啊？係啊，咁啊。咁佢話你講得有啲道理，咁啊同我講啊，咁我當時咧又飲咗兩杯酒喎，我同佢八卦啦嚇，唉我八卦真係有缺點嚇，我同佢八卦啦，喂我話你真係咁老當益壯咩嚇？係啦，咁啊貪你啲咩啊？係啊，咁又唔係講咩咁啊？咩嘅貪係咩咧？貪佢有錢點啊？有錯咩？得冇錯啊，冇錯。係啊係啊，即係我啊問我 friend， 喂你係咪咁老當益壯啫嚇？咁樣嚇啊，咁我 friend 話，切。今時今日唔一定用自己自帶噶嘛，咁樣哦，我就明白啦。哇，你飲乜酒都明啊？所以即係話，我突然間諗起呢個故事咧，就係、是、啊，係啊，呢、這個故事有後續㗎。幾多分啊？佢哋今年哦，幾多分？有咗 B B 啦。哇！啊，生咗 B B 添啊，唔係有咗 B B 啦，生咗 B B 幾多分啊？犀利犀利，係啦係啦，即係嘅細女就細過個孫 ，OK 啊，細過孫同埋外孫啊，犀利犀利犀利，咁樣啊，咁其實咧就真係啦，啊真係啦，咁我即係譬如我唔知呢個故事啱唔啱用，即係話譬如話嗰、那個女主佢先生真係有時力有不逮嘅時候先啦，力不從心係啦，咁即係唔使下下都用隨身自帶噶嘛，係咪啊？阿志可以用其他方法噶嘛，係係係咪？只要解開咗個欲火嘅問題，我覺得成件事咧就通透曬啦嚇。咁啊，好多 friend 都有建議嘅，佢話比如即係。女主唔一定要揾 L 先生噶嘛，咁揾第二個咪一樣。同埋佢話可以用啲儀器啊，嚇、啊、工具啊，啊等等咁。咪就是、我啱啱咪就講呢樣嘢。係咯係咯，咪就好似呢個 friend 咁。係咁啊，啊其實我聽我嗰個老闆朋友講都有樂趣㗎，係啊，係嘛、啊啊？因為佢一樣有操控感㗎嘛。OK， 你知唔知啊？哦，係啦，咁啊即係。大家即係喺兩個人之間，喺、你家庭當中咧，如果喺某種用某種方法揾到咗自己樂趣嘅話，咁啊自不然咧、就唔會喺出邊啦。係冇錯啦，冇錯啦，揾個電動小幫手係咪先嚇？係啦，咁啊，所以我覺得即係話，只要你解開咗佢自己本身嘅慾念嘅問題，其實後邊咧嘅道德問題，我哋嘅 friend 係好清晰嘅。係咪？係啦，本身嘅佢覺得呢、這個。道德係有問題嘅，但係就唔知點解決。係冇錯，唔係嗱呢樣嘢咧就係、是、我嘅呢個方法啦，即、就、係、是、我企喺個女主嘅呢個角度諗嘅方法啦。咁、當然啦，阿志係阿志嘅，即係嗰樣唔啱嘅，即刻斷呢樣嘢咧係必須嘅。係啦係啦，係必須嘅。系嘛？啲 friend 叫话要生链接，有先得噶，买啲酒啦，大佬咁大只阿鲨鱼，嗱劲咧，耐性力先，冇办法。唉，真系啊！系啦，我相信咧，即系喺道德层面咧，我相信所有嘅人，即系基本大部分人咧，都系人所共识嘅。系啦，咁究竟解决方法点办咧？咁样嗬？我都仲系觉得。始終會東窗事發嘅，所以呢樣嘢一定要咪收手咯，要嗱聲收手咯，謹慎再謹慎，收手咯，咁樣係咪先嚇 ？OK OK， 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嚇，咁啊，翻去早啲瞓覺啦，我又要嚇，係嘛？聽朝起床咧，有個好重要嘅事情等緊我。咩事啊？咩事啊？量體重，咁啊有幾重要咧？我決定減肥係上個星期二啊嘛，咁啊到。聽日就啱好一個禮拜啦，一周係一周嗱，經過我咁樣嘅地獄式嘅節食，嗱你中你禮拜幾啊？禮拜四同禮拜四係禮拜四同我食過晚飯啦，知道啦，我大概食啲咩啦，係咪先啊？經過咁地獄式嘅節食啊，咁到聽日我嘅身體狀況係如何咧？嗯，哇！我其實我自己都充滿期待嘅，真係係嘛？係啊，你覺得有冇成效？
冇，有可能要兩個星期、三個星期、一個月先咩咧？係咪 OK 噶 ？OK 噶，其實我接受自己噶、嗯，我好接納自己嗰個人噶，係嘛？係啊，咁啊，咁所以咧，我都雖然我覺得咧，今個星期咧，可能聽日上榜咧、嗯，可能唔會有太大太明顯，太明顯。但係咧、啊，我覺得只要我堅持兩個禮拜落去咧，可能就會有呢、這個體重嘅變化嘅出現㗎啦，有比較明顯嘅效果係嘛？係冇錯啦，咁、okay, 啊、okay, okay, 好咁啊，大家一齊都可以估下㗎嚇，聽日上榜可以減幾斤？係冇錯啦，大家係啦，我正負嘅一個斤量係幾多咧？嗯，冇錯啦。好咁啊，听日咧就留意我嘅微博啦，留意我的朋友圈啦，咁啊，咁啊，听日咧应该咧就会朝头早起床，咁啊磅完之后咧就将自己嘅呢个体重啊，同埋成个身体，关键咧而家嗰啲秤啊，佢可以出埋你体脂率啊等等啊，系啦系啦，嗰啲好多数据啊，系啊系啊，可以令嗰啲数据咧就嚟分析下我咁样地狱式节食一个礼拜之后咧嘅效果系点样嘅，好嘛？好咁啊 ，OK。我哋星期三晚嘅呢个节目啊，星期三晚嘅直播咧系星期三晚嘅九点半啊，同样系星期三晚嘅九点半。咁我哋星期三晚直播再见啦，拜拜，拜拜。灯见人奋斗，总要占优，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家有义，家有够。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像前程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颤抖。明了缘由，下个着手。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在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终须停一次。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环游。像你蝴蝶轨迹声最高，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双手不占有，方可拥有。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更自由不考究怎么去走，等抛不比较天边的星宿，走出了荆棘丛，百亿回响，冲得破四面墙，放大思想。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在放下时
如方巧，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坚决时坚决，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很坚持，很光明一致。这生人的灯开一时，足以。